尤市长，还有航空城公司的徐总经理。那跟各位报告哦，那个张昌才董事长他住院开刀，有跟我请假哈。还有今天的大众捷运公司的陈总经理啊，还有各位主管啊，各位同仁，湖卫联络席的各位联络员啊，各媒体先生小姐，大家早安。今天我们一样进行单位工作报告。首先，我们先请桃园航空城公司的徐总经理做五分钟的主管介绍以及工作报告，谢谢。谢谢主席李副议长。首先，又名向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介绍公司的主管。首先是我们的副总经理谢怀慧副总，招商行销处及企划处邱志平经理，管理处经理陈龙珍，管理处会计马远慧会计经理。今天的大会主席李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在场的媒体朋友，还有事务的伙伴，大家早安。我是航空城公司总经理许佑明，今天代表航空城公司来为各位进行本会期的工作报告。以下为105年3月至105年7月31日期间航空城公司的重要工作执行情形以及未来工作重点进行说明，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给予指导。首先，在主要工作执行的部分，航空城公司配合市府稳健推动绿色经济版航空城，本公司以航空城计划的行销与预招商为主要业务，主要的工作重点有以下四项。第一个重点是以愿景馆作为航空城计划行销与预招商的场域，我们接待国内外企业、工商团体、学术机构、民间社团等团体。在本次的工作报告统计区内，合计有3600人来访，参访的企业包括物流、绿能、智慧应用、综合开发业等产业。企业关系的重点在于航空城计划的开发时程以及在各阶段所带来的潜在投资商机。航空城公司会诊企业关注的重点，作为后续行销招商的参考。第二个重点是配合市府推动绿色经济版航空城计划，针对与智慧城市和循环经济有关的潜在投资企业进行拜访，并就绿色经济版航空城计划的规划内容进行交流，借由企业的建议回馈给航空城后续规划做参考。第三个工作重点是协助地震局办理航空城正式听证，在4月29日到5月1日的期间的正式听证，公司都有派员支援相关业务。第四个工作重点是愿景馆的更新，航空城公司依据市府推动绿色经济版航空城计划的政策与规划，更新愿景馆展示内容，让民众容易了解计划内容。本案现在正在执行第一阶段作业当中。接下来的未来工作重点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就是用目标管理方式推动航空城计划行销和预招商工作。航空城公司将在盘点重点产业，主动拜访来行销航空城，并作为预招商准备。第二个未来工作重点是丰富航空城软硬体行销内容与广度，包含在愿景馆内加入市府推动绿色经济版航空城的计划规划构想，另外更新航空城计划网页，研议多元行销管道之可行性。第三个工作重点是打造愿景馆成为智慧和循环经济航空城之推广场域，让参访民众和企业能对未来航空城规划有所想象，并分享本府推动智慧城市之具体成果。以上是本公司在105年3月和105年7月的业务执行情形。航空城计划目前正持续稳健的推动当中，公司会在各位议座的督导策力之下，努力执行各项业务，也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给予我们
公司更多的支持、指导和鼓励。最后，请祝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报告完毕，恭请指导。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大众捷运公司，我们有刘董事长，那我们请陈总经理报告就可以了。要董事长报告。好好 好, 好，谢谢。主席、副议长以及各位议员先生女士，还有记者先生女士，以及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好，那我是桃园捷运公司的董事长刘坤毅。我想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同仁。那在第一排第一位是陈凯琳总经理，第二位呢是陈忠义副总经理，第三位是辛其亮副总经理，第四位是朴赫章副总经理。那么在第二排的第一位是维修处王俊义处长，第二位是张志豪公安处的处长，第四位是人力资源管理处的简雍泰处长，第四位是总务处的彭胜奇处长，第五位是会计室的张启明主任，第六位是财务处的谢秀娟正管理师。那在第三排的第一位呢是企划处的苏秋如经理，第二位呢是开发事业组的郭志平副工程师，第三位呢是政风室的马维杰助理管理师。那接下来本公司的工作报告，我就请总经理陈凯琳来做报告，谢谢。李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信奉贵会召开第一届第四次的定期会，凯琳有幸能够列席提出桃园大众捷运股份公司的工作报告，仅先代表我们董事长及全公司的所有同仁，诚挚的感谢议会对本公司的鼎力支持跟勉励，使我们公司的业务能够顺利推动。以下仅就公司现阶段所有的工作执行情况跟未来的工作计划，还有努力的方向来提出报告，也请副议长及各位议员女士先不吝指导。首先，我想我们先说明我们整个机场捷运营运准备的概况。那我想机场捷运必须要通过系统整合测试 IST、 营运前运转测试 PISR 及系统稳定性测试 SST 模拟演练、处理勘及其改善的作业，才能够正式营运。那在103年起，公司大概已经逐步的进驻到接管各车站，而且进行各项的设备的操作跟训练，来熟悉车站的一个配置。那目前的专业证照数也都已经达到这个我们通车营运所需的需求。那公司也以安全无虞、系统稳定、尽速通车为明确的目标，全力来完成各项营运的准备工作。同时，在105年3月，交通部的交通委员会也要求成立机场捷运的监理调查委员会。那在105年7月4号召开的起始会议，经过2个月的调查以后，也在105年8月27号召开总结会议。那跟各位报告，在105年2月到8月期间，我们也经过一连串的一个相关系统的改善，也改善了相当多的一些设备的问题。那目前缺失的部分也收敛到25类的类种，那大概有200多项的一些项目，比照于大概104年8月跟105年的一个同期状况。系统耗资大概平均的可用度也大概从70%，那么增加到将近96%、97%、98%。那么目前在王宏跟英国西门子公司在105年6月开始，那么他们也派遣了多位的国内外的一个技师来参与我们的技术改善会议。同时，本公司也在今年初提前进场，将相关的维修的部分，来协助全力来协助厂商进行各项 PM 设备保养的工作，以及 CM 我们的改善的工作，这个是我们在稳定度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第二个，未来在落实安全无虞、系统稳定的准备工作上面，我们也进行所谓办理相关点交的业务，以及相关的这些维修的业务等等。那另外在有关于滑轨的部分，我想我们也进行相关的一些测试跟改变。我想在未来的工作计划跟努力的方向上，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我想依照这个机场捷运的监理调查委员会建议的，而且跟督促的各项改善工作；第二个，协助并参与各项测试的工作；第三个，参与办理各项演练工作，然后完备我们的人员精进的训练，以及各项旅客服务跟行销的策略。那么也持续向中央来争取预算。
我想最后在现阶段的交通部考量我们的成熟度以及我们的车辆数以及实际的需求，我们以营运初期12分钟为一班来做相关的测试。那么我们也坚持要求我们的稳定性测试必须要达到99的标准，安全全部打折。那么陆续我们也会针对它的稳定性跟这个测试来做判断，通过第三认证方位来进行认证，包括这些所谓的系统安全性、稳定性测试，通过认证后才能正式营运。以上为本公司现阶段所有的工作执行情况跟未来发展方向。再次感谢我们的议员女士先生的鼓励跟指导，也敬祝大家身体健康，大会圆满顺利。那也顺便报告，在11月2号，我们也接获贵会的部分哈，也要将办理这个桃园捷运的一个视察工作。那在此也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不吝指导。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请坐。好，那么现在我们按照议员同仁登记的次序来提出发言。第一位，我们请谢章文议员发言，谢谢。好，谢谢副议长哈，大家早安。我想那个副市长哈，那个尤副市长，我想我们桃园市哈，每一年的这个总预算案编列的时候，你都有参与吗？嗯，对。有参与吗？哈。那我现在就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哈，就我们桃园市的这个总预算案里面哈，有三个营业基金啊。那这三个营业基金呢，除了这个桃园市的这个果菜市场公司，平均每一年啊，它的盈余都是有4500万以外，那其他的两个哈营业基金，包括我们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包括我们的大众捷运公司哈。都是呈现收入跟支出啊不平衡，然后还出现了这个严重亏损严重啊巨大亏损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从你们的预算书里面看出来哈，那个累计到目前为止哈，一共亏损了两个公司啊，一共亏损了251064万9000元啊。那这个亏损的这个金额呢，可以供我们全桃园市23000多个清寒的这个小朋友啊，全年免费的这个营养午餐啊。那我觉得事态非常非常这个严重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市政府应该想办法哈，让这两家公司的这个亏损哈，应该要止血。那如果受伤太严重没有办法止血的话呢，我就认为哈，这两家公司应该要怎么样呢，应该要认赔了结啊。否则的话，你让这两家公司它的那个财政黑洞不断的这个持续扩大，然后呢，就会变成这两家公司就会变成我们桃园市政府哈两家投资的这个所谓烧钱的这个公司，哎，事态非常严重，哎，那个副市长你的看法怎样？谢谢议员对于两家公司的财务的状况的关心呢，我想跟议员报告，我想议员也非常清楚啊，这个捷运公司的部分，因为它还没有正式的通车营运，所以通车前的营运准备的工作的部分确实要做招募跟训练等等相关的工作，所以说初期那个亏损是正常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很多年了嘛哈。对，那副市长你请坐了哈，那我就先请教一下那个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哈。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哈，我们航空公司到目前为止哈，累计亏损的这个需要这个填补的这个亏损金额呢，大概是1亿2562万8000元啊。那这个它是我从你们的这个预算啊收入跟这个支出的这个预算这个层面来看哈，你这个预算收入呢逐年递减，那预算支出呢是逐年递增啊。你预算收入逐年递减的这个状况呢，你从104年的670万5000元，然后到105年的666万，106年的633万1000啊，这个是有关于预算收入的部分。那预算支出呢，逐年递增啊，104年是2438万，105年是3174万2000，106年也就是明年度的这个预算呢，那是4860万3000啊。那如果从104年到106年收入和支出如果做相抵的话，那平均亏损就成5倍啊，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趋势啊。那我就觉得你们这个财务啊
控管的这个状况哈，其实是严重的这个全面的这个失控啊。而且我个人认为呢，其实你们现在哈公司的这个组织成员啊，你们的这个职级还有这个那个薪水的这个状况哈，我个人认为啊，是我们是变成什么呢？我们市政府另类的这个所谓坐领高薪的这个肥猫，为什么呢？那个事少钱多，没有事情可以做。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这样的一个指控呢？因为我从你们的这个那个预算报告书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航空城公司呢，你营运的这个范围有21个项目哦，你到现在为止一事无成呢，对不对？那你看你这个董事长每个月领多少钱呢？16万，总经理领16万，副总经理每个月领10万5千，经理领8万，组长领6万，专员领5万，组员领这个4.2万。那这是去年你们12月7号的时候会后给我的这个补充资料啊，对不对？那我就请问一下航空公司那个总经理，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们认为应该要怎么改善？谢谢一座。那有关薪资的部分，那没有是十几，可是没有到16万一座说了这么多。那换句话讲，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是假的咯，对不对？你们要误导我们吗？是不是？那坐领高薪应该是不争的这个事实嘛？那我请问你，你一个月领多少钱？报一座15万2。15万2。是。好，那我就请问你啊，你就是说我们航空公司，我讲嘛，成立到现在，其实不管是那个前朝的这个时代，或者是我们现在新政府的这个时代，针对航空城公司其实相关的这个业务，那我们不断地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批评，然后希望你们做一些这个改善，可是你们到现在改善了吗？对不对？完全每一年的这个预算照编，那相关的这个业务拓展一事无成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这样认为哈，你们这个航空城公司哈，真的认赔了结啦，干脆全部裁撤算了啦。不好意思，这样子，好，你请坐啦。好，你给我书面那个答复哈。谢谢坐。那再来有关于这个大众捷运的这个部分哈，那个刘董事长哈，我想我们大众捷运公司因为是由3个市政府共同来集资30亿啊，是。那我们最大的这个股东是桃园市政府，占了64.01%，台北市政府呢占了6.67%哈，那新北市政府呢占了29.32%的这个股份啊。可是呢，从我们大众捷运公司那个成立到现在，因为机场的这个捷运啊，连续跳票6次，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哈，待填补的这个亏损呢，就高达23亿8502万1000元哈，占了我们的资本额的多少呢？79.5%啊。那如果是一般的企业公司的话，我想呢，早就宣布那个解散了啦。你看我们桃捷哈，一年人事的这个经费就超过10亿。那换句话讲，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状况继续的延续下去的话，那如果桃捷就是机场捷运如果一天不通车的话，那明年啊，我们大概就算命就算好了啦。那个前任的这个董事长他也说过嘛，如果不如期这个通车的话，那明年就会发不出薪水，然后呢就会这个公司呢就要宣布破产了嘛。好，那这个所以我就认为哈，我们董事长你新接任，所以你责任重大，你应该哈加紧脚步，赶快哈力挽狂澜啊，才能够让那个大众捷运公司哈起死回生嘛。是。那再讲到这个哈，我讲那个哈，我就在想说哈，你们政府官员不要认为我们每个民意代表哈都在混日子，我们是很严格的在做这个把关哈。我从那我看了我们106年度的这个预算跟105年度的这个预算哈，那我们现在你有税出一定有税入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税入里面最大笔的一个金额是什么呢？是我们客运的这个收入哎，我们客运的收入。那我就请问你，我们机场捷运到现在还没有通车，你105年度呢，你客运的这个收入呢，居然编列了9亿5825万6千元。那你这个那个客运收入你是怎么来的呢？你是按照日运量，然后乘上平均的这个票价，
然后乘上营运的这个天数。那你105年度呢，你营运的天数是从105年4月1号到105年12月31号。那我就请问你，到现在都没有通车，你何来，对不对？客运收入之有，我就请问你，是不是？那106年呢，我就觉得更可恶了。你106年呢，你客运收入变了14亿5325万，营运的这个时间呢，是从明年的1月1号到明年的12月31号。那我就请问董事长，你明年可以保证1月1号就开始通车吗？对不对？如果你可以保证，那我就支持你；如果你不能够保证，那我们的这个客运收入，你比去年又多增加了这个5亿，没有办法达标的话，那我请问你，董事长跟总经理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成员，要不要负相关的这个政治责任？是，不好意思，容许我回答一下啊。有关目前来讲，在营运前的亏损的部分，哈，我们不能不编，105年度跟106年度都编了这个票箱的一个收入。那这个是没有，我现在就讲嘛，是你没有营运，你没有营运呢，你到目前为止6度跳票，完全没有营运，你拿来的客运的这个收入吗？好，谢谢。好，时间到，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请陈丽丽议员、周玉琴议员以及李博芳议员、三位议员共用10分钟，谢谢。好，那我们桃园捷运啊，已经十几年了嘛，哈，那跳票也跳了6次啊，那引起我们民众对我们桃捷的一个施政啊，尤其是我们市政府施政的一个产生很大的怀疑啊。尤其是市长一再说哦，我们呢一定反对拉长班距，还有降速通车嘛，对不对？是。可是呢，他在今年8月27号的突然说可以了，那这次真的年底就可以通车了吗？因为预算收入你也编了，是真的会通车了吗？报告议座哈，通不通车哈，目前主要还是由兴建单位高铁局那边来负责。那我们当然从营运单位来讲，你们不是说一些那个缺失都改进了吗？怎么还不通车？即使缺失哈，大部分的改进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根据大众捷运法达到我们的稳定性，就可用度到99%。那市长也说啊，他说，可以先行通车啊，验收可以营运以后再验收啊，都符合你们的规定啊。即使要通车，也要符合安全无疑跟稳定性要够。那目前的话，稳定性是有提高到98左右。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依据法律到达99，我们再来通车。他不是和了我们交通部长、还有市长、还有一些立委去试乘了吗？说就说，年底可以通车，难道又要跳票吗？交通部从来没有说定下年底通车这个所谓的政策，他只是说以年底作为通车的目标。跟议座报告，文字差一点点。好啦，既然年底有做通车的目标，那我们的票价是怎么算？你们这些那么多人坐在办公室，票价算出来了吗？我们一般百姓都还不知道。是，报告议座哈，票价我们会在什么时候才会公布？我们预计在12月份哈，会处理刊完，如果那个时候顺利处理刊完成的时候，我们票价就会公布。那直达车和普通车票价是不是一样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那你票价是怎么算法？票价目前哈，就我在看资料方面，我们内部确实是在研议当中哈，研议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说在票价方面能够略低于这个高铁的票，以及那当然我们会比这个公路运输哈要高一点。那因为我们的比较方便性，也就是说票价方面我们会在这当中找到一个竞争性的票价。那是大概1公里多少钱？还没有概估算。概估算出来，但是不好意思，这个目前还是不方便公布。那什么时候才方便公布啊？在处理勘完成之后我们就公布。那现在依照整个作业流程正在进行。正在进行，可是不能要未雨绸缪啊，不能说我改天就说要通车了，你们票价都还没有出来，也不行这样啊。不好意思，这个我们的幕僚作业都会做啊，但是因为票价审议委员会还是要经过票价审议委员会，我们才能够对外公布。OK， 好，谢谢哈。好，谢谢。请问一下
是，艺术好。市长，这个大家都希望说这个捷运赶快通车嘛，是的，哈，是。但是呢，在这个很多的作业考虑上哦，好像有个地方希望你们能够注意的，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北捷啊，是，北捷呢，都是采用这个编码系统。那我们的桃园机场捷运也是采用编码系统。是。那北捷呢，在台北车站呢，它的那个代码呢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是说北捷吗？北捷在机场，台北车站，台北车站。就我们机场，我们是用 A1。好，机场是 A1。是。可是呢，在台北车站呢的代码是多少？你知道不知道？它根据它如果是蓝线的话是这个用 B 开头，然后如果是红线的话是 R 开头。你是用红线那个跟什么线？跟蓝线。红线跟蓝线。那我请问你，那个机场捷运呢？它叫什么线？我们是叫机场捷运是 Airport， 所以我们用 A 做开头。所以说你刚讲说一个蓝线一个红线很好啊，那你为什么机场捷运不叫一个绿线呢？或黄线呢？绿线在我们未来正在规划，现在就是在进行的是在东西向的是一个绿线，是我们绿线。中西向是个绿线嘛，是，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北捷跟机场捷运都有台北车站这个站，是哦。但是呢，在台北坐车的人大概都知道红线、蓝线哦，一个 B， 一个是这个 R， 一个是 BL， 是啊 ，BL 是。那在台北车站呢，它是 R10 哦，跟那个 BL12。是，那你这个机场捷运它也会到台北车站，要多跑出个 A01 哦，这样子我不知道会不会是造成大家的混淆哈。不好意思，你如果说用颜色来区分，我觉得很好。不好意思，首先哈，在车站的位置是不一样啊。那车站位置哈是不一样。另外就是说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哈，公司也有在关注。那我们后续如果说交通部哦，认为有必要在整合的时候，我们也会配合做整合。但现阶段来讲的话，是不同的捷运系统，我们还是因为Airport 这条就是机场捷运这条线是一个比较属于做一个国际的哈，是跨线式的。那我想我们就暂时保留我们原来的编码。那未来的话，交通部如果认为说有整合是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配合。我只希望说这一点不要造成老百姓的混淆，是会注意，因为会反映这个了。大概都是出入台北车站非常多的人。是的。我说这样子怎么到底有几个啊？我都搞乱掉了哈。是。所以说我想，在这个开会的时候提出来，你们可以做一个开会的一个检讨。谢谢易座的指教，会注意。谢谢。那另外就是说，你刚有提到说啊，跟那个地震局呀、有关于这个机场哈、这个范围哦，这个范围啊，地震局呢，他有开这个协调会议哦，或是说明会议。是。可是我要讲的是。老百姓的反应是说，要把那个，因为这整个是个航空城嘛，对不对？是。机场跑到那边呢，你要先安置老百姓。可是呢，在我们这个航空城范围里面，向我反映的老百姓呢，它是属于这个住宅区的部分，是。但是它不是靠近沙仑的，它是靠近我们南崁这边。他说我们住得好好的，你要我们搬家的话，你也先把房子盖好嘛，我们再搬过去嘛。你。急的要我们赶我们走啊，然后又叫我们去租房子，我们住的都是100多平的房子，你叫我们去那边找那么大的房子来租，然后这个租金你们出得起吗？我想你既然参加地政局的这个协调会，这个是不是要提出来，好不好？好，重视老百姓的权益，好不好？是，谢谢一座。好，刘局长，这样因为刘局长，一座好，这样因为刚才我们议员都有提到。这个捷运的亏损呢，事实上是对我们，基本上对我们整个财政来讲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哈。而且这样的负担势必也是由我们全民买单啊。所以呢，捷运就是我们一个现代化城市的一个指标啊，所以又不得不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何减少我们捷运的亏损呢？那过去本席一直在提议，就是说，到底我们前市这个所有的捷运站的部分啊。有多少站是由可以由我们桃园市政府来直接来发楼来引导的整个站的一个经营呢？有多少站？这部分哈，我们有15个站，有15个站是由我们桃园市政府可以来主导。那其实全县哈，其实我们都有经营权了。好，那个这样，我过去一直在提就，董事长，我过去一直在提就是说啊，因为捷运站已经是所谓的游客必须上下的一个点了。是。那如果捷运站的点呢？它这样的一个站，它如果可以形成一定的特色，
来吸引的游客进来。那不管是他进站也好，或者是搭车到搭车到捷运站也好，我想这样的一个站的位置啊，它已经变成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位置点。如果站的经营可以形成一定的特色，那么也一定可以吸引一定的一个旅客哈、来搭乘捷运啊。所以这一点已经是变成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一直在提，能够透过所谓的业外的收益来弥补本业的不足啊。是。那我不知道到底目前为止啊，我们这所谓21个场站的部分啊，我们的整体的规划是什么，或者是说有没有每一个站规划出它一定的特色？是。目前哈，每一个站确实是如易座所讲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哈是让旅客进出哈，它是一个有特色的车站。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要用尽哈所有可以营业的面积以及墙面哈，来增加我们的附属事业的一个收入。那这一部分哈，目前我在检视啊初期的规划方面哈，是算是合理，但是可以还有努力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再创造更多的这个附属事业的一个收入。那这部分，我想在国内的捷运系统哈，透过票箱哈，就一般所谓的票价来收入的，大概都没有办法达到收支平衡，都是尽可能透过这个附属事业的一个营收。所以这部分来讲的话，即使是北捷也是如此。所以这部分易座的指导，我们谨记在心，也会在营运准备期这段时间哈，做最后的冲刺，把可以营运的面积以及能够营运的一个坪效能够拉高。是，这样。那董事长，那我是建议，就是说我们21个站哈，是，我不希望是一标啊，而是必须产生21标，也就是说用一种竞争型的一个标案哈，来让全国人或世界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投资哈，让每个站经营具有特色。我想这是我们努力一个目标跟方向，好不好？好，我们也谢谢，谢谢。谢谢，请坐。接下来请黄婉如议员发言，谢谢。谢谢主席。那个航空城，请问您是哪一位？那您来坐这个位置多久了？报告一座，1个多月又11天。1个月又11天。我跟你讲了，不是我对你们陌生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仁哦。大家对于航空城也是看得母煞煞啊。董事长呢？黄远，董事长他去开刀住院，他有请假啊，他好像也有请假。是怎么样？是积劳成疾吗？是不是？是哪边？是积劳成疾还是怎么样？对啊，请假有理由啊。是积劳成疾吗？是什么？是怎么开刀？报告一座，董事长他腰椎受伤开刀，这样子哈。是，我记得我腰椎受伤第4天，我就绑着这个护腰到处跑了，住3天住院就够了，而且还可以选日子。我请问哦，你们航空城公司的定义是怎么样？所谓的公司哦，免不了让人家觉得是要有营业的行为。是要有收入，请问你们99年哦，航空城公司99年到现在，你们的营业额是多少？你才来1个月又11天，我跟你讲，你不能够避讳这个问题，你还是要对你们公司的营运状况，还是要有所了解。是。不好意思，我们从1999年3月29日成立哈，那我们的资本额是……我不要问你资本额，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就好。你们的营业额收入是多少？营业额收入是目前收入是北区纵横馆1个月155000元的租金收入。租金收入好，对，这个也是在我们审计室里面给你们纠正的。是成立了6年的公司。你们的收入只有100多万，这100多万哪里来的？是你们的有一个那个什么，以前航空有一个什么馆、北区展示中心，对，租给一个客运公司，是租做停车场，只有那一个收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再下去，真的航空城真的会航空城真的是不能够叫做公司啊，所谓的公司应该要有盈有亏嘛，对不对？你6年你才100多万的那个营收入，
对不对？这不是烧钱的公司，这是什么？再者的话，我请问你，议会的决议跟董事会的决议谁大？谁的位阶比较高？报告议会。我们在议会的时候，在议会审查预算已经做成决议，你们不得再增加员额，你们董事会又通过增加员额啊？我告诉你啦，我不知道。好，你既然说是增加员额，我也看到你们公开在招人啊，人招到了没？报告议员，我们从103年就没有公开招人过。那你们的那个什么公开征人的启示，那是真假的咯，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告诉你啊，这航空城公司真的，你们营业项目是包山包海啊，你们真正的招商招了几样，招了几家，已经有协议书的、协定书的有几家？目前有20家，已经确定了。意向书。那未只有意向，只是有想来，对不对？土地未确定，只是有想来，对不对？是。想来也未必嘛，有什么承诺呢？所以我们后续会跟这些厂商陆续保持联络当中。我看不必的啦，真的，你们公司会让人家信得过吗？对不对？愿景馆的内容，大家看看就好，仅供参考啦。我看连参考都不要参考啦。礼貌性的拜访啦，来此一游而已啦。所以啊，我想哦，真的，我们到此为止。你想想看，6年的公司收入才100多万，再这样下去的话，我看你整个县政、整个财政都会被你们拖垮。倒不如真的解散算了，暂时办歇业，等到有这么一天，真正我们航空城的这个计划完成的时候，你们再组成也不迟啊！啊，不务正业啊！你们这个登记里面登记的恍恍傻傻的，登记了一大堆营业，结果到头来只有什么？只有一个招商，然后一个招租，只有这样子嘛。所以主席啊，裁撤掉了。啊，主席啊，你有没有在听啊？副市长，裁撤掉了，做成决议了。另外哦，航空城啊，本席哦，上次在工作发表。不是在那个专案报告的时候，是也有跟你们提到，审计室的报告超过36%的这个亏损，这个公司就即将要面临危险危机了。我们已经超过了50%了。那当时我也告诉你说，去跟我们的股东新北跟台北去增资，你有没有去跟他们提出增资的这个意见？有没有？报告一座，目前以财务状况还没有到增资的这个条件。你还是这样子说，我告诉你，我在这里郑重的告诉你，董事长，请你尊重专业。是，我们的审计室不是盖橡皮图章、明察秋毫的，你不要一味的不会，4522项的这个的缺失，现在剩下几项？哦，还有以7月底的4522项，我们处理到234项。现在剩下234项，这234项是最难处理的吗？是最难处理的，是不是？主要还是在系统整合的部分了。不是啊，你系统整合已经好了99%了。我现在问你，这22项，这222项，是不是造成我们这个捷运不能通车的主要原因？是不是？报告一座哈，这一部分你不要报告了，你一讲报告一座就少了我5秒了，啊，你就直接说就好了啦。啊，这个是不是可以请总经理来说明一下？我就是要董事长，对我比较，我觉得你是代表公司。好的，那这部分是在耗资系统的部分，还有一些状况。那目前的稳定性测试方面哈，平均都在98上下。那最后的这一趴哈，确实是有它难度，但不是不能解决。那目前就是因为这一趴，所以让整个捷运不能够通行，对不对？不能通车，对不对？我告诉你啦，你们的公司也是一样，要有收入，对不对？是。已经把你们106年，已经把你们的收入已经算在内，如果你们的
这个业务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当然这个不顺利可以包括什么，没办法营运，或者是说业务量不够，你们公司就要垮台了，你知道吗？是。所以你现在应该要把原因彻底的讲，彻底的找出来，明白的告诉大家，不要在那边喊喊我们要通车了，我们要通车，我们要通车，结果呢还是没有，是不是？不好意思，我这些问题哈都在解决当中，包括交通部高铁局。所以啊，我还是告诉你啦，你赶快去跟我们的股东讲啊，有这个危机啊，好不好？是。你不要到头来哦，真的到我们的这个，到我们桃捷倒闭了，财务有困难了，再来在那边，再在那边哦，临急在绝境哦，可能是来不及。谢谢一座，我们会照程序哈、啊。另外，你这里哦有写到，就是说自己的捷运自己修，请问你们是不是又招了一批的人进来？目前哈，我们就前一批维修人员哈，都投入在全线的投入维修。那依照对啊，那你是说我们要自己修就自己修，是不是？啊，要不要专业？要不要训练？当然要，是不是？我跟你讲，你这句话写的哦，真的。我们自己是自己办，嗯，在放在某些的地方，可能是觉得大家觉得很阳光很爽快，但是你在这专业上面，我实在是对你们是堪忧啊。目前的现、啊、不好意思，我特别说明一下，目前的现况哈，是由完恒公司哈以及一些好了，我跟你讲啦，专业工程人员都在一起修。好了，你这上面写得很清楚，自己的捷运自己修。那个是在鼓舞我们。你要为这句话负责，好不好？另外哦，我也希望哦，真的，我们的通车是正正式式的通车。七月份到现在三个月，你说还有220几项，对不对？到目前为止一点。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郭丽华议员、李林小旺议员、防护石乡议员、黄景熙议员共用10分钟，谢谢。谢谢副议长。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航空城总经理哦，其实哦，这个航空城哦，这个天马行空哦，一直很空洞，我现在也不知道要看不出你工作上的问题，但是未来哦，大家比较关注的，你的航空城在四月份已经办完了这个。公听会、听证会嘛，对不对？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半年了，那经历了这6个月，哦，你该办的这个公听会办完了。那刚刚听你说的这个意向书呢，也取得了20家，哦，那我想请问一下总经理，航空城什么时候要启动？报告一座，今年的5月份，我们是配合地震局完成了听证会，6场的正式听证会。那目前是属于要地震局应该的业务送内政部的土征小组，那我们预估是在108年会办理公告征收。108年办理公告征收，是因为那你会规划几期啊？不是，你不可能这么大的一个计划全部同时启动嘛？对，包括一座总共是两期，那第二期是待第一期的完招商60%以后才进行第二期的征收公告。那你现在规划的所有范围的话，是根据原有的规划，还是你会有在这个中间有一些增减的部分呢？先要带内政部的会缩小范围，或者会有剔除的部分吗？大致上面积是不会变，那正确的面积要带内政部的那个审议委员会通过后才能确定。我想这个部分哈是民众最关心的啦，是因为民众哈他自己有地无所适从啊。我想要修建我的房子，又怕被航空城征收，但是又在最外围，万一又剔除的话，哦，那他们现在又没有钱可以到外面去发展。我想这个部分哦，对民众非常困扰哦，应该哦尽快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好不好？好，你请坐。谢谢坐。那个刘董事长，我想捷运哦，是年底要通车，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我想在这里哦，提醒你一点，那像。这个你的所有的配套哦，在这个一连串工作报告以来，消防局、警察局都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那希望未来通车之后，你的周边包括停车场很多的规划动作，我也希望在这段期间，在通车之前，你能够很缜密的把所有的该做的事情也都准备好了，好不好？是，确实吴议员所讲的这些都正在积极准备。好，谢谢。谢谢。副局长，那今仔日这两个单位吼，就通行到尾啊，行到底啊啦，拢行到开始啊啦。你看你有啥物办法要解决？啊，感谢议员的关心吼，我想这是因为营运前的准备时间是长一点，但是只要通车以后，就会渐渐做改善。航空城公司只要航空城的那个计划啊推动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航空城公司就能够大大的发挥。所以我建议主席啊，后回工作报告还有副局长先讲一下。桃园的捷运啊，伫要通车，这是大家拢期待甲毋忘的，全世界笑话，二十万无人一个国家讲一个捷运做20年的啦。啊，既然都今要通车，那么这是咱尤其咱会当带动来咱桃园啊，尤其咱中坜迄边整个的这个繁荣啊。那么尤其捷运来通车了后，航空城就会带动，啊，是不是呢？航空城会带带动起来，我想。航空城是全台湾的一个经济救命单、救命的仙丹啊！如果这个航空城做不起来，我看台湾的经济会崩了了啊！敢不是安尼讲？这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识啊！所以讲，今仔日你甲看，今仔捷运公司嘛同款，本来伫顶年四月落来通车，因此咱顶年的预算，咱是变到四月。啊，四月跳票了后，咱阁变到十一月，啊，十一月阁无通车，咱明年甚至还阁变预算，吼、哦，这个捷运公司。那么这个问题是毋是做咱地方团市长的时候才开始的啊？啊，是这前朝安尼一直传落来，嘿，这是阮龙公司甲高雄埔的代志，那会使伫咱这个议会，咱大家嘛期待甲望，桃园捷运甲航空站爱赶快完成，敢是安尼？好，所以讲啊，爱甲因肯定，甲因督促，甲因鞭策，爱让这两个计划赶紧个做成功，安尼好无？感谢。好，我想那个捷运公司哈，刘局长，你说好。刚才听你的答询哈，市长是说年底会尽量拼年底通车的，对不对？是这个目标啦，作为目标。作为目标，可是我现在。在看你的报告当中，还有这么多200多件尚未结案，我比较关心是这200多件最难的，刚刚听是机电后置整合的一个问题。是，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更难处理的问题？大概就是以这个为最核心啦、啊。因为这个市长有在说明，有跟我们议员讲说，是，西门子已经愿意进来做一个整合协助嘛，本来是环宏嘛，啊环宏就跑掉了啊，西门子接了，他愿意进来做这个系统一个整合。你认为是照我们既定的目标，在年底有没有办法达成通车的目标？我们尽量努力哈，全力去冲刺。那现在最重要的是说能够很提振我们的士气的哈，就是。九月下旬的时候到德国去，那也直接跟德国西门子哈沟通，那他们也愿意就是说赶快投入一些。照理这个是交通部要做的事情的、啊，对不对？我们只是配合他了。是。可是你们已经尽全力了，市长尽全力了。是。这要，可是我们市民非常关心这个捷运必须要能够如期完工。我们全力冲刺。筹备的相关周边的一些配套啊。像停车问题啊，是我要拜托你啊，因为我们环北站 A21站哦，是目前的最终站，如果通车的话，可是我看你的汽机车停车规划，目前只有105个机车，275个机车啦，130个汽车啦，哦，那是最终站哦，新南站只有10个汽车位哦。所以我是拜托你啊，这个哈、哦，因为21站周边的商店跟店家，商店店家跟所有的居民啊，那边根本没停车场，没停车位，所以势必这样的停车会造成那边的居民跟商店的一些购买购物的人跑进去那边停，不是会给这个搭捷运的人停而已，
所以那个停车位置的处理哦，我认为要扩大，要加强。另外，你像交通部球场的问题哦，是，因为我每次从那边过，天天跑中丰北路哦，说实在，桥下风光不怎么样，脏乱，景观很差。到底现在这个是我们通车前的配套，其实也要把它完成了，不能放给它烂了。应该要要求交通部高工局赶快桥下，啊，不管是要修要做这个隔音墙的问题哈，景观跟垃圾全部要一并处理，可以吗？可以的。好，拜托你了哈。谢谢易座。好，那个刘董事长。是。因为哈，这个机场捷运哦，六度的这个跳票，那最大的原因哦，还是出在这个完红，因为完红哈，它并没有这个捷运系统的这个工程的整合能力啊，那所以说捷运的这个测试的问题啊非常的多，那因为哈这个完红哈，它的这个无法整合英国的那个西门子啊，就是它的前身就是英商这个英维斯嘛哈，它的那个机电的系统，那双方呢谈不拢，然后导致啊这个英国的那个西门子啊拿翘。然后最后呢，因为我们小英政府啊接手了之后，从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啊施压，然后呢，英国的西门子啊派工程师啊来台湾，然后呢，让这个问题啊能够赶快的哈，这个急速的这个缩减。那目前呢，这个测试稳定度啊高达了98%。可是，请问一下我们的游副市长，因为啊。这个机捷啊，它的那个前车之鉴啊，本席是认为说啊，这个立线捷运的这个招标啊，是不是应该要限制啊，这个承包商是不是要有这个专案管理跟这个系统整合这个 PMSI 的这个能力啊？因为国际上面啊，也要有这个营运的这个时机啊，例如说啊，德国西门子啊，这个日本三菱重工，还有法国的雅思通，还有加拿大的那个庞巴迪。还有日立集团跟这个安萨尔多的这些集团呢、啊，他们都有这个承揽这个捷运工程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些大厂呢，也有承包这个国内的捷运工程的这个机电系统为先例啊。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大厂啊，能够承揽桃园捷运绿线的系统，才不会这个重蹈这个机捷的这个覆辙？而且呢，捷运的核心呢、啊，是在于这个机电的这个系统。那核心的机电呢、啊，包括车辆耗制跟这个轨道电力通讯，还有自动收费、月台门、轨道跟这个维修的这个机场设施工程等。那为了堵绝这个滥竽充数的系统啊，进入这个绿线捷运呢、啊，那本席是建议啊，这个基本门槛啊，比如说机场捷运它的通讯系统是用英国西门子的无线电的这个通讯系统，那目前呢还是对这个部分。还是产生有很多的疑虑嘛？那未来呢，是不是应该建议采这个传统的这个录波电缆系统？而车辆的部分呢，像那个韩国的这个现代集团的这个车厢啊，在15年前呢、啊、就被这个交通部长啊003呢、啊、列为拒绝往来户。那现在啊，非常严重的就是三莺线的部分呢、啊，好像也是用这个韩国的。最近呢、啊，韩国的这个现代车厢啊。屡屡的出包啊，而且啊，在韩国啊已经被停权处分了、啊，而且韩国呢拒绝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台湾人啊不能把它当作宝啊，而且啊以要以我们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啊为优先呐、啊。那像那个我们的这个桃园绿线呢、啊，我拜托副市长这个部分呢、啊，我们是不是要给他重视一下？人家韩国的部分他已经拒绝他们的产品在他们当地。啊、哦，来使用的。那我们台湾当然是不能把它列入到我们这个捷运绿线来。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很严重，三莺线，听说三莺线他们也是用这样子组合式的、啊。哦，这个我们很堪忧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会到我们巴德来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说能不能跟交通部那边反映啊？然后看要如何来处理啊？啊，谢谢议员关心。有关于航空城绿线的部分。啊、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现象，所以我们在一线到处。谢谢，请坐。接下来请林正峰议员发言，谢谢。好，谢谢会长。
还请我们捷运公司刘董事长啊，很多人关心你捷运的问题。是。到底到我们目前我们亏损了几亿？二十几亿？14.6亿。14.6亿嘛，刚才我们谢议员说26亿了、啊。没有，那个不是。那、啊、你为什么报告里面没讲出来？上次报告有写出来啊、哦，不只是几亿哦，我记得是20几亿哦。因为你如果说是以资本额的亏损来讲的话，是现在目前累计到14.6亿。那但是我们在球场的部分来讲的话，啊、你在报告里面写球场啊，上次有写球场啊，对，对不对？我董事长斩钉截铁的时候一定要球场啊，不然不接收啊。当然，当然。啊、你报告都没有讲出来、啊，你就不敢球场吗？报告一做好，我现在。把最新的状况做报告哈，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因为立法院在今年啊会初的时候会其实说哈，是不是用亏损补助的方式先把钱拿回来？因为球场的部分涉及到网红的契约，所以我们算过之后有13.63亿。讲我不管嘛，是我们桃园市占60%的一个资本额嘛。所以在上个月里面我们占6块多啊，你不球场亏的是我们桃园市亏最多啊。是，所以在上个月不管交通部网红，我们一定要球场。是的，对不对？对。要你侯董在的是国民党执政就要球场，现在民党执政你就不球场，球场立法院跟立法院没有关系啊，一样球场，我们对交通部啊，是，对不对？九月份我已经跟交通部部长报告，就是说，亏损补助方面，请他能够帮助我们是13.63亿。那在最近我们也已经行文正式行文给交通部，所以一定要球场。是，其实哦，我们还没营运，对不对？是，也没有收入嘛。你在5月8号跟5月15号，跟那个客家书记举办什么？什么桐花文创商品展及亲子共下游活动，你们有编经费吗？总经理，你们有编列经费吗？是跟预作报告哈，我们这部分我们有编列这个年度的行销预算，那这个部分也行销是行销桐花季预算吗？哦，没有没有，跟预作报告哈，主要是特别针对我们每一个车站的特色的部分，因为 A27 还没开始营运嘛，对，你还亏损嘛，对不对？知道就是说目前每一个桐花季办几百场，差你一场吗？他们办了很多场，其中有一场我们拜托客家委员会跟我们一起合办。在 A21, 你拜托他，不是他拜托你的。我们那你更该骂了、哦。为什么？因为我们21站、啊。拜托你还没话说，你拜托他你就不对了哦。不，我们一起合办呐、啊。还没通知，还没在就来办活动，就要招商了，是不是？报告一做，那个我跟您报告一下，因为我们主要 A21吼，它的公共艺术就是以桐花为主，哦、是。桐花季，你们 A21有桐花吗？我们的公共艺术里面就是以桐花为主。A21有桐花吗？所以你办活动的主理就搞错了，我跟你讲。我到 A 七站来办呢、啊，我在那边办呢。A 站有通话看得到啊，对不对？报告局说，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希望诚如您所建议的 A 七站有很多部分来做处理。还有一些活动太多了啦，是劳民伤财了。你们现在说有剩下234项缺失啊，如果全部通过了，就可以接管了嘛，哈。啊，接管以后再发生问题，谁来负责？他保固几年？跟预作报告一下哈，按照目前的新建营运合约部分保固是2年。刚刚特别所提到25类234项的部分是工单的部分，也就是说它部分包括系统的部分、土建的部分、结构的部分，总共234项。以前侯董事长在的时候，他说系统一定要换，不换他不接收。啊，你们现在呢，可以接了吗？跟预作报告哈。之前何董事长在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是系统要稳定，要达到能够稳定的标准。他一定要换，不然他不接啊。所以现在来讲、啊，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要求，包括市长所强力的要求是，我们必须要按照大解法的处理勘规定，达到可用度到99%，我们才会办理相关的处理勘。你们条件就不一样，我也没意见了哈。但是我再问你，你们接收以后，如果营运上造成损坏？没办法营运，造成旅客的损失，谁来赔偿？如果系统损坏啊，这个跟预作报告哈，因为新建单位是高铁局，所以中央跟地方，其实我们面对到这个部分，如果营运初期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是大家会携手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是的，共同，你旅客你车停下来延误时间就要赔偿旅客啊，是我们赔还是交通部赔，还是共同来赔？你要理清楚啊，不准给我接啊。这个有定定，这个我们有定定出说旅客的部分，因为赔偿损失的部分在，相关的时限之内，有哪一些补偿的作业要点？那补偿会由这部分来跟这个预作报告。是原来的那个建造单位他造成的损失，他要赔还是我们要赔啊？
其实你会要给我报告资料了。是，谢谢玉座，谢谢玉座。好，请坐。我是航空城的习总经理，是玉座。你说你来一个多月而已，是不是？是。那你对航空城懂多少？逐渐了解业务当中。19个职员，平均哦，一天接待1.2个人，非常轻松嘛，哈。报告玉座，因为你看的那个资料是目前报告的啊，我可以平均出来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目前你的去年9月到2月6个月拜访5家公司啊，今年2月到7月拜访4家公司啊，4个月拜访9家公司啊，非常轻松啊，1个月不到1家，你怎么去招商啊？而这些公司全部不是招商的对象，他们是要来那个厂商进驻以后，也没探钱的公司呢，替开发厂商去进驻厂商服务的公司呢，你们走错对象了嘛？那我再请问你，是。如果你是投资者，要来航空城投资，第一条件是考虑到土地成本，对不对？是。那我问你，航空城的土地，如果我来投资，一平要多少钱？不好意思，因为现在土地还在内政部，对，他说你在那里招什么商？你没办法给我答复你招什么商嘛？不，我们会告诉他整个航空城的时程及未来的一个计划。我跟你讲啊，是第一个土地，第二个水电，我再问你，水在哪里？用水哪里来？你们郑市长说，航空城里面的公司要用我们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每度20块。我叫你，你敢来投资吗？切水切电水敢来投资啊？我看航空城要关门的了，没有骗你了，对不对？你基本条件就没有嘛，电谁敢保证？水，桃园不应该切水的，你还市长还说，那个我们的北溪污水处理厂的水。以后要直接供应给机场里面的厂商，航空城里面的厂商，一度20块。我跟你做一个说明，一度水20块，谁敢承受？而且他还要付给污水处理厂商，一度的水是35块，总加起来55块，工厂负担得起吗？啊，再生水工厂可以使用吗？电子业可以使用吗？你们要去招商，必须要把土地成本摊开来讲。必须把我们桃园县的优势在哪里？哦，一定有水，一定有电，对不对？不能招什么商，谁敢来啊？不指定啊！我讲胡市长啊，我说有没有道理？你拖掉一平偌济，我唔知。即马10万分4成，还是5万呐？25万的土地，谁敢来投资？还水电呢？对吧？指定我用你南区，北区污水处迄个水一泵20块再生水，不要跟厂商去勾结啦。桃园县自己来。蓄水储水哦，自来水很多，不要又用再生水了，对不对？我想跟议员报告了，我想没有错啊，所谓的产业水电都很重要，但是水的部分的来源当然可以用自来水公司的水，但也可以用资源回收再利用的水了。所以整体上水源的调配的部分，我们整体的水利署会做整体的调配，当然包括资源回收再利用的水也是考虑的一项目之一。我们桃园不缺水了。一个台湾可以换一个石门水库的水掉，对不对？你把它保留下来，一年用3次，可以卖多少钱呢、啊？对不对？你再生水20块，你这个价定太离谱了啦！它处理水一度是35块，那还剩15块，个别人二十块，帮我15块，太细了，我跟你讲。这个条件没上顶，我跟你讲。毕竟台湾整体上来讲，水资源的调配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产业需要发展，当然专纯自来水。只要不够的时候，我想那些回收再利用的水还是可以考虑的。为什么想办法去清建水库呢？做蓄水池呢？水库对整体的生态来讲不是最好的方法。那再生水是最好的使用方法吗？不是，再生水是绝对是水源的来源之一啦。你敢用吗？我相信，我觉得可以适度的使用。一般人可以接受吗？一般的厂商不会接受，20块一度怎么会接受？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自来水才多少几块钱而已。你说跟自来水同价，我们还可以接受，你知道吗？你再生水比自来水还贵，就没有道理了啦，就土地厂商了啦，对不对？所以说，怎么研究把我们深水库或者其他地区平常下雨的水把它保留下来，用不完了啦，可能没看水了，好好研究一下子，不然航空城不要开了，关门了啦，谢谢。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叶明叶议员发言，谢谢。我想航空城啊，敬礼了哈。我想那个
副长，我想请问一下哈，航空城啊，我想在以前桃园县的时代啊，在做航空城推动的时候哈，好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好像说有违法还是什么，就把送到什么廉政署去查，是不是？结果查了两年，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结果？应该是这样说了，就是当时在县政府的时候，你查了两年，好，没关系。你查了两年，你当时你觉得人家有违法嘛，对不对？有些不当的地方嘛，要送到廉政署去嘛，对不对？去查，那查了两年，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要还人家清白；如果有问题，人家要告诉人家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会催那个廉政署速度快一点，是不是？那不要放在那边，把结果弄出来，不要放在那边不明不白，也搞不清楚。那我现在也要问啊，对，当时因为有问题就不敢再推动。那现在到我们新的市政府来，我们现在推动航空城，对不对？现在这两年来，你们这个当时也想说全区的听证是不是也都做完了嘛，对不对？现在做完之后呢，那现在刚才我想刚才也有议员关心说，哎，你做完之后到底你这个范围，航空城的范围到底有缩小还是要再扩编啊？这个部分啊，到底有个明确，也让老百姓呢好让很明确说他们是何去何从，该怎么做。对，跟议员报告，因为有关于整个听证结束以后，我们把听证所有的记录一并汇送到内政部去，由内政部的区政委员会来做最后的一个决定了。所以我想啊，表面上来讲哈，全区听证好像是很公平正义哈，但实际上我老实说啊，是这个是脱裤子放屁，是多此一举啊。我告诉你，该做你就去做，对不对？不该做，你送出去廉政署查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嘛，对不对？好，你现在搞到这样子，上也不上，下也不下。好，你现在整个航空城的计划，我请问你，你来的这么多人的参访，有很多单位来，很多单位团体来参访嘛，是不是？是。参访完了之后呢，有没有什么结果？报告一座，参访针对来参访的团体。参访以后，我们会做重点的盘整，以后然后陆续做回访。其实我看这很多团体啊，根本就是来此一游啊，就讲啊半天来去行行看看的啦啦。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欺骗人的，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啦。好，那我们再讲个落实一点好了哈。那你说好，我们有招商，对不对？那你现在招商有哪几家公司，有哪几个单位很有可能来我们这边投资啊？它的可能性有多少？你这边有没有报告？有没有一个总数？报告一座，我们现在做的是预招商。是啊，那预招商也是要有一个结果，你不能够说拿一张纸，这个纸上谈兵画一画就好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你也要告诉人家说，预招商现在有哪些人有这个意向啊，有这个投资意愿，包含啊这个土地的部分啊，刚刚谈到人家要来投资啊，这个偷鸡啊十八米，人家要来投资，他要考量他的这个经济预算呢、啊，对不对？这个他的土地啊，是不是这个成本到底付不？这个有没有符合？我想这些都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环。不要每一年的这个航空城的这个报告，我看大部分都是照本宣科，连续几个会期都是抄一抄、写一写，换了几个字而已，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你这样子，你一直告诉你说，那有很多很多跟航空城有关的啊。这个不管是这个民间团体、企业等等地方的开发，我跟你讲都有关的，都几乎都停摆在那边嘛，对不对？啊，不然不过你们公司不但是亏钱，还让其他的这个各行各业有关的、相关的，大部分还包含这老百姓，这个该要被搬起来还是不搬，到底要不要征收，会不会征收，全部都摆在那边。所以航空城你要做一个明确的计划啊，这个说明啊，不管让大家全部来知道好不好？不是这个一个，你觉得你新上任一个多月，你要怎么做？你给我说明一下。不好意思，我目前是以愿景馆为行销的一个场域，然后在积极办理预招商，包含市府的招商，还有跟产业的座谈，比如说我们有跟台湾智慧航空产业联盟。对嘛？你座谈完了之后，这些来招真的座谈完的时候，他们的意愿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多少意愿？你做一个评估表，
做个评估表给我们好不好？好。好，你不要说只说哦，有我有加上供，我有加上供，你也来找我谈过啊，对不对？说啊，这个我们要来怎样啊？那是不是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民间团体或是什么样的？哎，哪个什么企业团体能够一起来？那讲一讲而已嘛，对不对？有没有意愿？他的意愿到底好？他的这个评估表。你要很明确的做这些评估，不然你们那么多人，对不对？薪水一直领，然后连个评估表都做不出来吗？应该要做出来嘛，对不对？好，那你请坐了哈。谢谢。那个捷运公司啊，是秘书好。真的，从早上啊，每一个人都关心捷运到底什么时候通车，已经跳票跳了好几次，那也亏损了这么多。这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啊一个这个最大的财政的这个缺口啊，党你等一下每年都在烧钱，每年都在亏损。好，那刚才也提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球场的部分啊，我要请问副市长，这个球场的部分到底有没有可能要回来啊？每天都说要求偿啊，啊，到底有去透不？人家人家欠我们钱呐、啊，我们去贷款可以分期付款嘛，对不对？那人家欠我们钱，我们也可以让他分期付款，但是总不能让他全部都没有付，就一直放在那边当呆账啊。啊，因为原因是机场捷运延期通车，造成我们营运准备提早做营运准备所造成的亏损，理应本来就是那个交通部要去做处理，所以我们也正式的函文过去了。我相信我们透过集结，我告诉你啊，用文的不行的话，用文的袂使，你要用武的啦，你要带一丁人去甲抗议啦，对吧？是不是安尼？对你造成我们，那你不能够说啊，我用行文去啦哈，就看他的答复。我跟你讲，如果我欠你钱啊，你用行文来，我跟你讲，我也不要鸟你啦，我也不理你啦，我也是坐在那边啦，你让我在聊你来透啊。他没有说他不给我们补助，不解决我们亏损、啊，只要有这样的，我们才有抗争的问题。什么时候给我们？可以给我们多少？我们刚刚讲过啊，我们可以跟他谈嘛，对不对？啊，分期付款也可以嘛，但是你不能够永远呆站挂在那边啊，这就是你们要做的工作，不是吗？会啦，这部分我们桃捷公司会继续的来跟交通部来做联系做处理。不好意思，有的。我想哈、啊，这个工作室啊，这个刻不容缓啊，你要积极啊。然后另外啊。我看我们那个捷运啊，这个21站已经做好了，对不对哈？即使通车啊，21站已经做好了，那2223还没有。那未来这些人从桃园捷运从那个机场他们来，想要到火车站去怎么办？配套措施有没有做好？还是他们拎着包包自己叫计程车，还是拎着包包那个骑那个 U bike 骑到那个？包一座，这个我们有规划接驳的公车。我们目前跟交通局这边有合作，然后也在规划，就是规划透过接驳公车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段。透过接驳公车的方式是来这一段，你觉得这样子能够解决问题吗？那当然，还是最主要是赶快把22、23赶快兴建完成。22、23什么时候会好？这部分是目前兴建单位还是高铁局？那土木工程标已经出去了。我想一个捷运的通车哈。是大家也知道，已经头前前后后已经跳票跳了这个6次了哈。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市长啊，还有交通部，我看他也是信誓旦旦啊。我也不知道是新政府上来哈，这个要送给大家送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还是什么，就是他信誓旦旦说年底会通车了哈。那我们也希望，当然我们也期望他年底能够顺利来通车。但在通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到火车站的。啊，这一段的这个交通啊，要赶快来做一个解决哈、啊，而且要做个很周详的这个一个规划啊，不是说哎来个家要去这个火车站哈、啊，哎还要等了半天啊，包含这个行李的这个搬运等等哈、啊，这个部分我想哈、啊，这个你都要把它考虑上去啊。那捷运通车啊，那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交通越便利越好，对不对哈？那也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大众运输的这个功能嘛，对。所以在这个机关团体的部分啊，比如在学校周遭，因为学校来搭捷运的这个几率都非常大嘛，对不对？然后包含这个公家机关嘛，他们的班次要多一点。如果说想要去捷运，搭捷运顺便到哪里去哈？啊，那个接驳车的部分啊，爱带你在婚前我讲人不爱坐啊，人家都不要坐。所以这个哈、啊，这个部分能够做一个详细的来这个通盘的计划跟考量，好不好？好的，我们会跟交通局。不要再让老百姓来失望了，好不好？好的，你们加油啦。好，谢谢。
谢。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林丽玲议员以及邱淑芬议员共用十分钟，谢谢。好，谢谢，谢谢副议长。首先请教我们游副市长，请教你哈，这个航空城计划哈有没有要实施啊？我们照预定的进度在推动。中央支不支持？中央目前仍然继续在推动啊，没问题啊。这样哈？对啊。那应该要尽速的来处理，因为我们市长是很有心要做了，可是我看中央哈好像好在考虑当中了，不要被我们这个人家现在清泉岗机场已经这个交通部已经给他命名为台中国际机场了，所以说我们的桃园国际机场这个非常的需要赶快要扩建，赶快要这个第三跑道要建，而且呢带动我们整个航空城计划。那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立委，我也建议不到，我是希望说借由我们的副市长市长这边能够向中央提议，因为2001年到2015年我们这个中央银行的这个调查出来，它有将近有这个烂头寸有18兆，那18兆要来做这个公共工程的一个建设啊，才能够促进我们经济啊。当然这个18兆里面有什么？有这个劳退基金，还有劳保基金，还有我们退伍基金，还有这个国民基金的这个四种基金在里面啊，还有这个寿险基金啊，这么多的闲置基金，他也苦无地方去啊。那是不是请他们来花这个公司债啊？那然后可以繁荣我们地方啊，也可以促进经济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我希望说哈，我们的市长还有或副市长，您参加中央部会的会议的话，你可以提出来，不然的话现在我们这个航空城大家你看有信心吗？那个地震局的那个地价下来，成交量也那么低，一坪才7万多，但是也没有成交量啊，因为他惜售嘛，拥有者惜售嘛，人家买便宜的他也不愿意卖给他啊。那您说，我想谢谢议员的关心。有关航空城的计划，目前仍然是照原来的进度继续在做推动了。第二个部分，对于你刚刚所提到的说有关相关烂头寸的部分，可以挹注到这边财力的部分，我想我们在相关的会议里面，我们会做一些表示跟反应。我是觉得说哈，我们自己本身哈，台北航空城的计划，我们也要宣导了。你宣导不周的话，你像现在，我绝对相信我们这个机场捷运线年底绝对能够通车嘛，这个也是一种利多啊，哦，还有这个华泰航空城二期的已经在建了嘛，还有我们新政府做的这个亚洲矽谷，对，都是啊，还有国际贸易中心也都在这边呐，啊，所以说我想请问我们这个航空城啊，不是，你航空城这个公司，你到底对我们这个有没有信心呐，啊？不好意思，有。有信心，好，那我请教你，现在是72000，你看看以后你有信心的话，这个是地价是会这个价格是会上扬还是持平还是下降？包一座，针对地价的部分哦，那我们公司是没有参与这个价格。那不过秉持着市府的原则、公开透明的原则，所有的成交我们都会在网站上做公开透明的处理。你要有信心，有信心的话一定会上扬，你怎么不回答这样呢？是，那表示你没信心，而且还刚刚还说你薪水15万多，你应该要展现出来呀，啊，不是老是叫人家来看行这个愿景馆啊，看有什么用，要真正有作为才有用啊，不是吗？不好意思，我们希望你努力啦哈。是，谢谢。接下来我请教那个刘董事长。议座好，我相信绝对年底绝对能够通车。这个是目标。哇，我们很在意的这个很重视的就是这个票价。是。那你票价定出来了吗？我们内部是有评估出一个 range， 但是目前来讲，它还是要透过行政程序到票价审议委员会之后才可以公布。那还有包括就是处理刊完成之后才可以公布。所以现在，请包含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那有没有缓冲的票价呢？如果没有准时到达呢？那票价会不会要打折？有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评估？补偿机制这部分本来就是会纳入在计算当中。好，这个是通常所有的捷运公司都不愿意发生，但是它不可避免发生。所以呢，一旦有中断营运导致
补偿，这个补偿机制都有规划。好，希望我们未雨绸缪，谢谢。接续一样问我们的这个桃捷公司了哈，我想那个交通部长哦一再的强调说哈，一定要符合安全才能够接收营运嘛哈，是。那通车没有时间表，那而且不会减价来验收，是。那我想如果说依照原合约哈的一个这个系统可靠度的一个测试哈，要达到99%，原合约是96%。九成七哦，对，但是大众捷运法是99%。那这个我们会不会一定会坚持？一定要安全？当然坚持，当然坚持。这个是一定的哈，这个绝对不会打折扣。我们依法坚持99%的可用度。那如果说像我们所谓的这个机场捷运目前的这个稳定性测试的话，是要将列车的行进间最高的那个速率哈，是100公里，要降到83公里，是吗？不是这样子。事实上目前这个系统的设计，这个车子可以跑到110，那目前来依照合约来讲的话哈，直达车我记得是60公里，直达车是60，要跟45嘛，是普通车是45，一般车是要到45公里。那最近的做提速的一个测试的话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坊间大家都在讲说这个安全第一个有余力，还没有完全100%， OK。 第二个就是直达车跟普通车之间，如果说你的速度不是照我们这个合约所讲的话，那是不是这班班的这个间距就会受到影响？目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问题。哦，不是问题。目前的关键问题在可用度，也就是稳定性。稳定性测试。我们要求到99%，一定要达到99%，还是96%？99%。99%啊，那我讲的没错嘛？是。好，我希望你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了哈。那刚才我们林立理运员在讲，就是说票价的部分哦，我们一直都还没有核定下来哦。其实民众也一直在期待啊，这个是桃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政策哦，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羡慕人家北北有这个捷运，桃园这是第一桩，也是第一条哦，所以我们希望说你的票价要一个合理性，能够带动桃园的一个搭乘率啊。是，会考虑到，会考虑到，会考虑到哈。是。另外，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这个航空城公司哈，一座好。这个交通部哈，他定了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三航下三跑道哈，要斥资488亿哈，然后完成新建的这个第三航下跟第三跑道的这些周边的一个设施哈，在明年1月哈的不，明年的第一季要办理这个工程的一个招标，预定到2021年完工哈。可是航空城公司当初哈，这个整个这个特区的一个雏形哦，是在100年核定。那时候核定的名字叫做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园区的一个纲要计划哈。那个时候预定是2013年要那个捷运通车，2018年要完成这个三航下的这个部分哦。现在为止两项的一个计划都已经延宕了3年了哈。那所以我想这个跟国内外的一些当初的这个局势，其实有绝对的一个因素产生，因为航空城的一个愿景跟未来绝对是会牵动整个大桃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联动性，是不是？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哈，目前交通部在规划这个三航下哈，它要提供的是一年大概4500万人次的这个服务量，然后再加上第一航下第二航下的话，一年要提供7700万人次在桃园这边的一个旅客的一个服务哈。那桃园机场在增加这么多的这个服务量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营造成一个亚太的一个转运中心，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一个设施延宕的情况之下，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大型的企业大家都在观望，怎么样让这些企业国内外的这些大的这些公司，你们有很多的一些服务的这个招商，请这些大厂商来，他们也甚至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意向书，但是怎么让他们能够稳定的把这个根落在桃园这个地方，你们有几成的一个把握？不好意思，那整个航空城的计划哈的推动产业转型，并不会因为机场的延建的延后而所延迟。那我们陆续有我们的规划，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做我们的行销跟预招商，那在明年度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行销计划，包含
筹划各种产官学的一个论坛，然后针对来访的厂商，我们会主动来邀请。过去我们都是以愿景馆为行销基地，然后针对来访的工商团体、个人，然后我们来做回访动作。那我们在明年，我们将会主动的。好，谢谢。好，请坐。接下来，请刘茂群议员以及王浩宇议员共用十分钟，谢谢。徐总经理，我看到你的这个预算报告书上面是全部都是这个愿景馆，全部都在写愿景馆。请问你啊，我们这个愿景馆的这个从这里面我看到全部都在参观啊。有小学，有国中，有大学。不好意思，除了个人的参观，还有工商团体、国内外驻台企业，还有福伦社的参观。我不希望我们是拿了公家的预算来做这些。你刚才在讲回访，如果今天小学生来参观，我们今天的对象是小朋友的话，我看了你有三所国小，啊，我不希望说，请问你，我们这，你现在目前只在做旅行社业务吗？就只做参访的工作吗？我想我们成立航空城一年烧那么多钱，应该不是只是这样吧？是，不好意思，我们不只做一个。我不希望你在这只每天在做这个旅行社的业务，半天这样来参观一些小学，到此一游啊！我不希望你做这些顺水人情，去请福伦社的。也是这样到此一游，或者拿公家的预算来做这些事情。你的重点招商，你讲有20家的预算书、意向书嘛？是。这哪20家？让我们检视一下，哪些会可能会成立？你今年的目标是多少？明年会给自己定立一个目标？你这个招商会有多少家？今年会有多少家？明年会有多少家？包一座在103年。总共有签订了，总共有20家。那我们明年的目标，我们除了会来增加以外，那我们主要还要举办论坛，邀请产官学的一起来做针对航空城计划整个论。我知道嘛，你每年烧了那么多的钱，我们真的也是一个无底洞哎。你这样烧了钱，你总是要有一点的具体的。你拿出来这上面洋洋洒洒的，你的招商计划真的能看吗？什么反骨艺术中心？来，我不希望我们的钱啊，来做这些不是本业的一些的业务。你刚我们林议员在讲，中央都恐怕都没有在考量。副市长，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烧钱，你再看它的成效也没有具体的话，我希望我们明年有编预算吗？我希望我们这熄灯号，你们民进党议员一直在讲说。我们航空城有限公司真的是亏本，如果是这样，你们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就熄灯吧，啊，明年就结束吧，今年到底就结束吧，你真的拿不出一个成绩单啊，你招商也没有成果，对不对？你也没有好的一个，你跟我们在讲，没有一个，你现在只有是承租嘛，只有是租金而已嘛，招商没有具体的项，你说20家预算书一。成效拿不出来，我希望副市长你能考量一下。另外，航空城、大众捷运，易座。嗯，董事长。是，你好。我请问你，我们目前的这个要跟那个交通部求偿多少钱？目前在你说亏损好了。亏损补助方面，我们已经要求有13.63亿。好，那我们目前亏损，我们的30亿目前。花了多少钱？14.6亿。那审计是怎么讲的？我们审计是说，他是预估了，他是从整个财务的测算。他说，如果今年年底确实是会过一半，超过一半。好，超过一半，审计处说怎么说？这个时候公司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比较也是要倒闭了嘛，对不对？倒闭之前哈，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积极作为的事情。你看真的你看。我们有需要用3个副总经理吗？我们有需要用到3个副总经理吗？我想跟议员。既然是亏本，既然是烧钱，如果今天是你们家的，
我不希望这是从优的。我们这个三个副总经理是在做什么？我再请问你，我们针对这13.66亿，你说要去跟他要钱吗？13.63亿，六三亿，什么时候可以要到？哦，我们持续一直在跟交通部请他们。我知道你要给我们一张程序单，什么时候可以要到啊？是我们在今年、明年，你有一个时间吧，要不然我们所有的议员陪你去啊。我一直在跟郑文灿市长讲，你要有做这样的动作出来啊。谢谢议员。你连宣誓的动作都没有，我跟你讲，你看嘛，你光这样烧钱止血，还是说这两个单位就认赔了事？你们这样亏损，今天如果是自己家也没有办法，这无底洞啊。不好意思，现在目前的亏损是因为没有正式营运，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放在。我知道你正式营运，你请问你明年可以营运吗？啊，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心，你从百分之你说现在是98%、99%才可以。你看哦，你们这半年不到啊，你们从400多项变成200多项，这中间我觉得这个大有问题。好，剩下的那个浩宇议员，那个总经理哈，在我小时候，我们国小的课本里面有一个亚太营运中心这个名词，请问你知道亚太营运中心是什么吗？是，报告议员。亚太营运中心就是发展台湾成为一个亚太，不管是机场或是整个枢纽中心。请问你知道当时它有六大的一个目标，它要发展哪六大目标吗？今天你的航空城市从亚太营运中心发展来的，所以那个六大目标回去要弄清楚。是。因为上次我有咨询过。请问是哪一个教授？今天不能帮总经理吼。请问这个我们的航空城的概念哦 ，Aeropolic， 它是哪一个教授提出来的？这很重要哎，全部那么，你是总经理，你是航空城总经理，请问是哪一个教授提出这个概念的？那我们请那个旁边的帮忙。对，请问是哪一个教授提出来？可以帮总经理吗？那个江卡萨达，好，谢谢。好，总经理，我继续问你。那江卡萨达他的概念，他从他说18世纪的时候，我上次已经讲过一次了。18世纪的时候，城市的发展是在海港旁边发展，那时候也确实是海港贸易造成城市的发展。19世纪在火车站，那我请问一下总经理，他说20世纪会发展在哪里？报告总经理哦，20世纪会发展在交流道的周边，就是我们城市会沿着交流道发展。而21世纪，江卡萨达认为，哦，在机场的旁边会有城市的发展的兴建跟城市的兴起，这是他的想法。只是呢，目前这几年我们遇到的状况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们韩国最大的海运公司发生了什么事。破产。为什么他会破产？没关系，总经理讲你的想法就好了，我们不一定有正确答案嘛。是，其实这几年吼，时代的变，我讲一下。其实这几年我们 iPhone 现在长这样子，以前的一个大哥大这么大，所以整个货运的需求其实在全世界是在下降的。那包含就是物联网的概念，包含网络的发展。过去可能我们要开会一定要飞到哪里，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大公司，他们的一些开会，他根本就不需要一定要飞到哪一个城市去 meeting 了。以前。像我自己的公司，我台中也有经理，新竹也有经理，台北也有经理。我们只有一个月是见一次面开会的，其他时间其实我直接跟他用 LINE， 我直接跟他用视讯，我们三个人就可以三方对谈。所以我认为航空城公司的概念，航空城的概念或许过去十几年前是 OK 的，只是现在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以后真的有需要人一定要聚集在一起做生意吗？还是他各自在自己的城市就可以做得到？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好好思考。另外，我觉得既然你是航空城公司的总经理，你对航空城的概念要非常清楚。我觉得像这些发展的一些背景，如果真的都没有弄清楚的话，那你是航空城公司的总经理，那怎么来取信大家说你真的知道？因为这个教授提出这个概念，你要照着他的概念去发展，你应该才有可能成功嘛。所以这个部分拜托总经理，因为你才刚来一个月啊，但是还是要弄清楚。好，谢谢。好，谢谢。另外就是刘总经理，就是我民众比较多的疑问是延伸到中立段的部分，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完工了？因为你刚刚有讲说已经发包了嘛，已经那个土木工程、土建工程这一部分，土建工程发，那到底完工的一个时程，目前有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时间点？因为新建单位是高铁局那边了，那有没有目标呢？概算目标，
跟预作报告哈，现在因为目前土建发报以后，机电耗资发报的不是很顺利，它流标六次，那我们多次都跟这个高铁局，请他们这边赶快加速来做办理。所以如果一旦得标了以后，我想那他那个时程才有办法把整个界面部分把那个时程算出来。那只是那像我们那个原化地下道到底封闭的这个，原化地下道封闭的那个部分跟预作报告哈，就是说基本上来讲，那个地下工程的部分，它目前都有持续在进行中。对，只是那边还没开始做。对，它就因为有一些东西牵涉到它后面机电耗资跟它站体，到最后在那个整合的那个界面，所以它目前是地下的工程，它持续。好，谢谢，请坐。接下来请邱和议员发言，谢谢。好，谢谢主席啊。我们请航空城公司哈，我们的工作报告哈是讲一段话哈，很实在。哦，这一段话我现在阐述一遍哈。桃园有个台湾最大的机场，航空城计划就在机场周围建设一个新的城市，看第五页哈。开发范围约4687公顷。问题来了哈，最主要一开始因为桃园机场需要增建第三跑道，如果政府直接征收的话，会花费大量的经费，所以政府使用区段征收的方式取得土地。政府将土地取得后，依比例分还给人民众，将可大幅降低政府的开支。你认为这一段话怎么样？不好意思，非常好，就是利用征收的方式，那政府不用投入大量的资金，与民众共同享得这个共同发展的利益。你有讲到政府可以降低他们的开支，是有讲到国家的发展经济，跟我们的国际定位，那我们大园的人民怎么办？你政府可以降低你们的开支啊，那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跟你航空城公司呢，有点搭不上了哈，副市长。在我们土地征收条例第39条第二项有一个比例原则50%，我们一直强调政府50%，民众50%，但是它有一个规范，就是说重划土地不得低于45%，没有重划不得低于40%。所谓不得低于，就是说您政府用上低来跟人民讲，那我们希望说用比例原则合乎这个条例的范围之内，用50%，不决定，我们往这个目标来迈进，好不好？谢谢议员的关心啊。当然，区段征收跟重划是有点不一样啊。对啊，但你没有错，但是希望朝50%的方向也没有错，但是也要考虑到整体的财务可行嘛。因为假如说分配给民众太多的时候，确实财务不可行，也是推动不下去了。啊，您所提的部分，其实。我们电局也都有在做考虑，谢谢。好，那因为50%跟所有的最低，它这中间有5%的润期在里面啊。我们不希望说你用最低的来跟民众讲，我们也不要求说一定在50%这个上限。所以说在这中间，我们跟人民如何来取得一个共识？啊，所以讲你这段话真的足实在，我足认同的。但是你若予阮的民众看到，阮真个足痛心的呢。阮爱拆9000户的厝，爱23000人的搬徙。结果你们只有讲到政府的利润，政府能降低成本，完全没有讲到我们人民。哦，这一点哈、哦。好，再过来就是说，我们的愿景网这个部分哈、哦，我看到你有很多参访的啦哈。哦，我在这边建议，我们希望成为是一个主动，不要是一个被动。你在这工作报告里面，我看到你们这些参访哈，
都是一些社团、学校。我们希望你能主动的来做招商的这种工作。我请问一下哈，是你们招商有没有你们招商的一个规范？不好意思，针对整个院，首先提到院长的行销，那我在上月的我们公司的工作报告中，我已经向公提出了哈，明年度我们的计划，我们就是哈，针对整个院警员来访哈，我们要主动出击。那不仅是针对刚刚报告上所提的，经过整个产官学或是整个大园地区，我们就会让他们邀请他们来院警员参访，让他们更了解我们整个院警管，因为我们院警管最近在做更新。那针对整个招商的部分，我们第一，我们是以院警管为行销的一个基地来对外招商。第二个，我们在明年度我们会积极筹办各种的产业的论坛。第三，我们会透过各种的展览，还有我们的网页的更新，来对外来说那个企业的招商。我希望哈，我们要有实质的作为，因为我去你们院警管看，有看到里面现在正在装潢，是哦。那我希望说，你招商，我所谓刚才说你们招商的一个规范，就是说。你不能以说你航空城现有的资料、现有的图面这些，一般的社团学校来，你也用这一套，你招商也要用这一套，这是行不通的。你招商又招商的诱因，哦，那你要为什么他们要来我们这边投资？哦，他问你说为什么嘛？你有提出什么好的方案、好的诱因、好的一个企业能立根？能立足点生根的一个环境给他们，这才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提供一份哈？譬如说我是一个厂商，是，你现在帮他搞招商，你那个范本能不能一份给我？好，好不好？好，哦，再过来哈，我们这个报告里面哈，充满着这个哈美丽的糖，美丽的言辞哈。所谓智慧城市啦，绿色经济版低能减碳的航空城啦吼，我认为吼，所谓智慧啊，你这个还有智慧治理、智慧教育、智慧运输、智慧医疗，现在都是讲究科技的，哦，我认为我们航空城公司是要有实际的一个作为。那我们市政府跟我们中央哈，你来看哦，现在是一梦接一梦。我们的航空城现在还在都市计划的审议，还在特定农业区农牧用地的这个听证资料还在收集送内政部，现在亚洲矽谷又来了，什么贸易中心又来了，哦，那这个周遭都是在我们大园的附近。我们大园的人充满的梦，哦，我你讲过一句话啦哈，有梦上水啦，啊美梦烧水啦哈，我们希望每一个梦都足以能成真，哦，副局长，哎，一个梦一个梦，咱来甲实现吼，啊卖讲一个梦一个梦，啊未实现哦，啊后壁都一直梦落去咧，啊咱梦了会乱去啊哈。希望说我们市政府跟中央步调要来统一，哦，比如说我们也有质疑说，那中央对航空城的支持支不支持？哦，包括说，哎，他现在第三跑道中央在主导，那我们是在蛋白区的部分，那步调有没有办法一致？很多人在问说，哎，阿虎啊，啊航空城第三跑道跟咱家敢会共行？我们希望让他脚步一致，这样子哈，好不好？好，谢谢你哈。那么我现在哈，好，你请坐。谢谢。我现在请我们啊，捷运公司哈。是，你坐好。好，我们要接一个安全的捷运，安全的系统哈。是。那我请教你一下，是我们的验收跟通车是先验收再通车，还是通车以后再验收？一般来讲，捷运都是在先通车后验收。先通车后验收嘛，哈。好，但是通车还是有它的条件，有一个试车期嘛，哈。对，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做好，哈。是。再过来，哈，
我这个部分要请我们市政府这边副市长这边哈，跟捷运局这边，就是我们 A15 站、A16 站，它的停车场一个问题，它的四周照明是一个问题，再过来就是说，你帮我记一下，有一个玫瑰社区，哦，在 A15 站跟 A16 站的中间玫瑰社区，它这边呢希望做一个隔音墙，它现在已经在试车，他们那边社区都很吵。所以说我希望说有扰到社区的部分是能把隔音墙把它给做好，哦，而且我们 A15 站那边哦，副市长 A15 站就是咱衡南路跟高林路家哈，你这么通车下去，衡南路中正东路交流道本来就在塞车的，那你 A15 站这边又车站又有停，那你这边的交通系统，我们请说我们市政府这边来这边来帮我们摆一个脉。好，谢谢。好，时间到，请坐。接下来我们请陈美美议员发言，谢谢。谢谢副议长哈，我先就加油哈，我们桃园捷运公司哈，我们刘董事长。你好。大家都非常关心哈，也民众一直非常期待哈，我们桃园的捷运哈，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通车哈？因为已经跳票了蛮多次了哈。是。前阵子市长也蛮信誓旦旦的说哈，希望在年底哈能够如期来通车。那目前之前哈有讨论到哈有4000多项的这些相关的缺失哈。是。到105年7月哈也改善了剩234项。是。那这些4000多项的缺失哈，改善到200多项，这些缺失有包含哪一些部分？改善的部分，这部分哈，我先做一个大致的一个说明哈。4522项是指在去年的10月到累计到今年2月所统计出来的工单呢，有36类4522项。那事实上，从去年的10月一直到今年7月底，都持续在改善。那改善到最后呢，目前收敛到在7月底是25类的一个问题。然后剩下234项，那这些呢？过去4522项那一部分，最主要还是在核心机电啊，其中包括耗资等等，还有包括电力系统等等的这些。那这些处理到目前来讲的话，都逐渐的收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8月27号监理调查交通部的监理调查委员会在做总结报告的时候提出建议，那部长跟市长也都有一定的信心，认为说我们应该可以定出说以年底为通车的目标了。但是就捷运公司来讲，我们作为一个营运单位，我们一定是希望整个系统安全无虞跟系统稳定，所以我们目前比较大的瓶颈哈，就是在系统的稳定性。我们希望在系统的稳定性上能够达到依照法规所定定的99%的可用度。那这99%的可用度，目前来讲的话，从96%、97%到98%啊，这样的一个数据不断在提升当中。那这当中哈，以最近的状况来讲，我们觉得200多项当中，还是需要有待解决的，还是在耗资系统的一个稳定性上。那这一部分也就是在9月下旬的时候，我们特别跟交通部还有高铁局一起的去跟德国的西门子要求，就是说是不是他们可以不要再受制于跟王宏之间的契约，因为德国西门子它是国际声誉非常好的公司，应该是主动的能够跟我们合作，来赶快把系统的机电、核心机电，特别是在耗资这部分，能够彻底的维修跟检修好。那这部分也得到了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一个同意，就是说希望在这段时间能够协助我们完成，而不拘泥在跟王宏之间的一个合约问题。那最近他们也很善意的，除了派专业的维修人员之外呢，也开放了4位名额，我们的技师人员能够到德国去受训。那这些都是对我们在达到年底目标为通车目标来讲，都是强心针。以上的说明。因为哈，我们哈非常关心哈这个不仅要如期通车哈，但是安全上哈一定要考量到哈，因为这也关系到哈很多民众的那个搭乘的哈这个安全性的保障嘛。是。再来就是我们哈，这个就是有关于哈，现在都有陆续在做就是
几乎每天都有在做相关的测试。是的。因为之前也有民众跟我们反映到哈，就是有居住地区的地方啊哈，就是有住户居住的地方哈，可能在后续这些隔音的部分啊，可能也是需要来做加强。是。那再来这边是可以跟一座反映一下哈，是因为我们目前哈在测试阶段，我们是依照合约当中哈是尖峰十二分钟跟离峰十五分钟这样来跑，一天会跑160个班次，那也。在跑的过程当中，民众也会反映，那反映噪音的问题的话，这个是很好的，因为这个阶段来讲，如果噪音确实达到需要去做一些隔音设备等等的，那我们也都跟高铁局有默契，就是一旦测试的结果需要做隔音的设备，就去立即试做。好，再来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哈，这个人员的部分啊哈，记得那个去年啊哈。我们有分两个梯次，有招聘人员嘛？啊，目前这些招聘人员目前剩多少？目前人员在980位左右。980位。是。啊，那假正式通车的正式要营运年底正式要营运通车的话，这些人员目前都齐全了吗？大致上我们目前评估的结果在维修人力方面，我们希望在11月份能够再禁用一批，大概100位左右。另外呢，在营运初期人力会有临时人力上会比较需求，那这部分我们向高铁局那边申请临时人力，也跟他要求说能够用临时人力能够给我们用一段时间这样子，那这个都是在做营运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嗯，因为这个人力呀也关系到这些比较算是技术性的这些操作人员呐是。这也是个关系到所有就是搭乘民众的安全呐所以我是希望说这人力的部分呐我们假如已经确定要什么时候正式通车之前呐，这些人员一定要来补齐啊，该训练该培训的部分呐也比较有充裕的时间。跟一座报告以目前来讲，以通车营运的法规的一个依据来讲的话，我们目前拥有证照的数字超过850，是已经合宜可以营运的。但是这个我们认为还不够那主要在熟悉度，所以现阶段都是在模拟演练，那么从各方面去加强我们人员的熟悉度。另外在维修人力方面特别是我们说自己的捷运自己来维修的意思是指，我们希望我们内部的维修人员有一个认知，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的接管，但是呢，在维修方面，除了王宏所派出的人力以及西门子派出人力之外，我们自己的人员也能够加入，一方面可以见习，二方面也可以累积经验。我们的用意是在这个部分。那在专业度方面来讲的话，一定是持续的跟有经验的公司特别是在西门子公司这一部分，因为现在是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赶快把一些核心的这些技术在维修方面能够不断的提升。谢谢。我是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来做加强是。再来就是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因为这个延宕延宕开通这相关的这个赔偿问题也都是我们非常持续关心的。那目前这整个的一个赔偿的进度现在到底如何解决？是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亲自向部长报告。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一部分能够先有透过像立法院所做成的一个决议，就是能够营运前的亏损能够先补助我们13.63亿。那在这部分来讲，我们也正式询问交通部。那除了这个样的做法的话，我们每隔两周都由王国材政务次长以及我们王明德副市长有所谓的这个会议那这样的一个协调会议当中，我们也会反复的提出这样的一个需求。总之呢，在整个公司财务方面呢，我们不希望能够我们希望能够比较稳健一点。那这部分应该是在目前来讲都照既定的程序在进行当中。好，谢谢再来这有一个部分我们现在这条捷运它有预办登机嘛？是啊，那我想就教育就是有关于我们绿线捷运的部分它有相以后有规划预办登机的部分吗？因为它也是会到机场的部分。是，
目前哈，预办登机哈，我们只开放在 A1， 就是台北那一站啊。那这个是由桃园机场公司来负责。那未来在绿线这一部分哈，我想这个是交通局那一部分，我再去了解他们相关的规划。我是希望说哈，因为我们桃园，尤其我们桃园火车站哈，又是一个算是非常大站哈，进出人口也蛮多的。是。因为你现在假如不规划的话哈，等以后这条线全部盖好之后，你再规划的时候，真的也浪费这个部分。我是希望说哈，能够把那个以后的绿线捷运哈，也能够把它规划有预办登机的功能。啊。谢谢易座的建议，好，我们会纳入去向交通局在规划阶段的一个建议。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严中杰议员，那严议员跟万议员共用15分钟哈。好，谢谢，谢谢。我先请教，航空城的啊，徐经理哈。议员好。你们单位有多少同仁啊？报告议员，18位同仁加一位临时。其实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航空城啊，现在负责的业务是有哪些业务？我看你的报告是航空城计划行销，啊，跟预招商业务，是不是？是，只有这两项嘛，啊？是。啊，那你能不能做一点具体的？啊，你做了些什么？报告一座。我行销部分，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愿景馆为行销的一个场域，然后接受来访的工商团体、企业、国际团体来做行销。然后招商的预招商的部分，因为现在土地尚未确定，所以我们是做预招商。那我们除了定期的我们举办论坛，然后还有一些产业的一个论坛。那我们在明年度，我们也会有积极的一系列的一个计划来做预招商。我跟你讲啊，招商啊，这业务啊，其实纳入经发局啊，跟你们几乎做同样的，你还是预招商啊。那你那个啊愿景馆啊，我看你的重点都在愿景馆啊。那你所有的报告啊，都是愿景馆为主啊。那愿景馆的这个业务啊，也可以到旅游局，可以放在旅游局啊。那你这个。啊，愿景馆，我看呢、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评估啊，有没有什么效应评估啊？哦、啊，是好像是做人私人的关系，谁来我就带你去啊看一看啊。那展了以后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评估？包院长，针对愿景馆的部分，我们在今年有编列了一笔预算，就是针对愿景馆来做内容的一个充实。那我们在今年的工作，我们的报告也有提到的。明年我们将以愿景馆为主要一个基地，我们主动出席邀请产官学的各个团体学者来馆来参访，然后也并行。我看你啊都没有嘛哈，都是一些不太相干的啊那种团体来参访啊，就好像是旅游团这样子。不好意思，因为愿景馆是开放的场域啊，有的团体来。我想你这个时代你要好好检讨一下。我发现如果花这么多的钱啊，而没有什么作为的话啊，这些钱都是我们市民的纳税钱啊，而且，哎，你们已经成立，从104年成立的嘛，哦，对不对？99年，99年，你看这么久了，啊，我想你是不是需要转型，还是改善你的工作内容，有没有这个必要？不，一种明年我们会来充实我们的行销还有预招商的整个部分。好，我想啊，你这个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啊，请坐。谢谢座。啊，我再请教我们啊捷运公司的哈，我们董事长哈。是，易座好。你好，你好。啊，我们陈董事长啊，还是总经理陈总经理。是。好，没关系，你们两位都可以答哈。是。那我感觉哈，这个捷运呢，一再的跳票，因为在今年的3月哈，好像我们有期待。说要通车，可是呢，经过我们这个郑市长啊，这个还有你们的前任的董事长和董事长啊，认为啊，我们还不宜通车，啊，那时候的不宜是发现拥有差不多4522个缺失啊，包括了轨道的垫片破裂啦，
啊，什么行车速度未达标准啊，发车，间隔未达标准啊，哦、所以他就，严格的执行，啊，停掉。那现在又有感觉在年底会通车，这个转变呢，我觉得很快。这个转变哈、哦，是机场捷运监理调查委员会启动以后，是有了重大的改变。这改变在7月4号召开开始会议，一直到今年的八月二十七号，哎，已经是结束会议。啊，这里面4522项，现在只剩下25类的，啊，其他都 OK 了，啊。所以我想说，你是用什么办法，这么短的时间，让这些以前认为不合格、有问题的地方，一下马上都可以放心了，啊？你大概解释一下。好，不好意思哈。首先，目前来讲，交通部对于通车并没有时间表，但是呢，部长跟市长都希望能够是以年底通车为目标来冲刺，包括从维修、包括营运、包括我们所有人员的训练，是这个样子。那第二就是说，今年3月份所公布的4522项、36个太阳，好，4522项是指工单呐、啊，那是累积从去年的10月到2月份啊，4个月期间。那事实上，在从去年的10月就开始在进行这些太阳跟工单的一个维修，那一直累积到今年的7月，已经缩小到25种太阳，234项工单。那这期间呢，事实上，平心而论，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努力。那么在监理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它有一个很好的效果，是去整合高铁局、桃园捷运公司。以及完红，啊，这个公司哈，能够大家不要就这个契约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导致没有务实的去做一些维修。我现在这段时间就加快了，因为哈，你这里面很多专业是，我大概了解，你这改善呢，就是说不是说去改善那些啊，好像说实质的问题啊，像气垫啊或者写旧啦，而是哎，你们撮合以后。就没有问题了 这部分由总经理我报告一下，一切都 OK 了。不是，跟玉卓报告一下，特别解释一下，所以4522项工单里面，它为什么会一次解决比较多？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属于耗资连锁性的问题，所以一个问题，它可能一个错误太阳可能会有将近50件的工单。这50件的工单，如果我们找到，比如说我现在的无线电发射耗资里面哪一个端点处理掉了，那一口气就处理掉50张工单。所以它是必须要消去法的部分，我一个一个去检查。比如说我现在的耗资塔台里面，我可能有2个问题把它解决掉，把这可能一解决就是50张工单，就是会让我怀疑了哈。你们这个是有政治因素，而且有时间的因素。已经说到这个时候了，虽然啊以前跟现在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你解决掉了啊99%是吧？剩下的啊就是已经可以达到了安全的标准，对不对？啊，那你合约的标准说，现在比如说你36.5分，那是不是合约的标准？合约标准是35分钟啊。35分钟是。那你可以达到吗？啊，他们跟玉卓报告哈，目前这个从 A1 到 A12的部分，它有出现过35分钟以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12分钟一般哈，你可不可以啊？6分钟一般哈。就是一直一普，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直达车是12分钟，所以你中间有一段是普通车这样交叉的，就等于是6分钟一般。好，可以是。好，接下来万议员来咨询你。是，谢谢。好，谢谢。请教一下这个航空城公司。议员好。请问您是？报告议员，我是航空城公司总经理。哦，因为我从来没看过你，然后你今天突然坐在这个地方，我真的吓一跳。我想说，我今天咨询的应该是航空城公司嘛？是。对不对？所以对你真的很陌生呢。但是呢，不但对你个人很陌生，其实对你这个公司真的也很陌生哦。那我想今天早上大家都在谈哦，这个航空城公司啊，到现在真的是一事无成。你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作为都是在配合地震局嘛，对不对？是。好，副市长，航空城公司啊，这个是航空城一个很大的愿景哦。那所以现在营运的最好就是那个愿景馆。我真的觉得哦，你会后可以来考虑，是不是航空城公司在现在一无所事的时候，干脆并到地震局去成为一个客算了。我觉得现在这样子的话，还节省很多人民的纳税钱，然后又可以比较实在的跟地震局配很多的业务。所以我希望副市长会后可以好好想一想。
航空城公司裁撤掉，直接并到地震局，好不好？请坐。他还有行销的业务吗？行销的业务，他有什么行销的业务？你告诉我。来，副长，你站起来，你再说。他有什么样行销的业务？我想这样子，因为航空城是一个我告诉你啊，副市长，你如果还要硬要跟他冠上他有一个行销的业务，我真的觉得你监督他们是很不利的。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没有东西可以行销的，对不对？没有东西可以行销，你说他有行销的业务，你干脆把全桃园市政府可以的业务通通放在航空城挂个名就好了。你请坐。总经理，刚才那个副长说你有行销的业务哦，我看到你做了什么行销的业务？你摆了一个愿景馆在那个地方啦。你不要说什么社团小学生去啊，我不知道他要参观什么东西，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地方啊，全桃园市很多的邻里长有的是进香走告，有一个后康啊，反正是免费的一日游，可以凝聚一下大家环保志工啊、邻长啊、地方这个一个民众的感情，去了回来什么东西不知道，大家只觉得是有一趟免费的旅游很高兴，这叫做你的行销，对不对？你还说愿景馆要转型，怎么转啊？你八字都没有一撇，到底航空城你做是不做，应该怎么做？每日坐领高薪在那个地方，带着这一群人，你们领薪水领的不会觉得很心虚吗？你请坐。谢谢坐。这个董事长嘛。是，你坐好。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接桃捷公司？我想市府的任务就是说，希望在最后的阶段。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找你来接航空城公司？因为在营运之前。接桃捷公司，不好意思。是在营运之前哈，不管公司的内部哈。的人员的训练，或者是整个营运前的一些各项的准备工作，还有每一个车站的一些准备工作，并且包括跟交通部高铁局的协商。也就是说，请你来是还是要做正式营运前的所有的准备工作，是的，对不对？是。我想今天呢，我听到大家在讲这个两位董事长、总经理就是肥猫，我对其他人不太熟悉，我对你还算熟悉，我觉得给你冠上肥猫这个名词真的很沉重。并不是你本身愿意来当这个肥猫，而是你放错了位置。你是一个非常这个努力的人，做事也非常踏实的人，但是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我要讲的是，如果今天我们成立一家公司，我们决定来卖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根本代理权八字都还没有一撇，甚至这个产品可能还不成熟，结果你公司大张旗鼓了，广告也打了，说我要开始卖这个产品了，我要开始做营运了，我有广告部门、行销部门、业务部门，所有通通到位了，请问一下，你觉得如果是你，你会去投资这样一家公司吗？你只告诉我，民间企业你会不会投资？这家公司是一个以公共运输为任务的，大概不能够跟一般的私人企业来做比较。董事长，你说这句话哈，我只能认同50%。我跟你讲啊，其实公家单位有很多就是要跟私人民间企业去学习他的精神，是的，跟学习他的组织运作，跟学习他的踏实。是，我觉得航空城捷运公司这么久了，这么久以来，我们看到啊，这个跳票六次不要讲了。那现在呢，你今天一再的说，交通部是这个通车没有时间表，交通部的通车是没有时间表。你知道这一句话给你以及你现在身后所有带的人多大的压力，你知道吗？我请教一下啊，董事长。及所有我们捷运公司的同仁啊，你现在每天觉得你工作非常忙的，非常忙碌哦，不是压力哦，非常忙碌的，请举手。好，放下。我请教一下最后面那位小姐，你每天在做什么？我这边负责是企划部门，那我这边要负责是有关对外的所有的管控项目，因为我们企划部门是不是？企划部门你在忙什么？我们企划部门的话，我们有负责就是规划跟管理，那管理类的部分就是有项目管控。我请教一下那边倒数过来第二位先生，就你，张主任，你每天在忙什么？跟一周报告，我本身是会计，那么会计来讲的话，会计是的，会计。好，你每天在忙什么？是。那会计来讲，我想会计哈，我刚刚点错人了。会计你应该很忙，你知道吗？当一家公司啊亏损到这么严重，而且是无底洞，像一个黑洞一样的亏损，我想你每天是非常担忧的啦。但是呢，你的账啊，也不管今天是正数、负数，站在会计来说，他的这个工作是一样多，所以我相信你很忙，因为你每天看这些账，大概一个头两个大，简直就是一个大黑洞嘛，每天一直亏损。好，那我再请教一下，第二排数过去第二位，你每天在忙什么？公安处处长张志豪，说明哦，因为目前公司即将要进入到处理，你在忙什么？处理勘的作业，那处理勘的作业，我们是要跟高铁局这边来通力的合作。
那我负责公安，那同仁在第一线的一个维修工作，因为像现在维、啊，我想哦，这个董事长，我随便选几位同仁哦，我跟你讲，我可以同意他们的压力非常的大，但你要告诉我说他们每天都很忙，我真的不能苟同，我真的不能苟同，我真的不能苟同，真的，你看通车没有时间表，做的都是一些规划的事情。做的都是一些预先准备的工作，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是而是我希望啊，今天两个重点在捷运公司。第一个重点是通车没有时表，没有时间表这件事情，你要好好的抗议一下。如果你现在来带领这家捷运公司，你要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准备了，那通车没有时间表这件事情，你跟郑市长应该要赶快去抗议。是，通车这个时间表是一定要定下来。是。第二件事情，延宕了这么久的一个赔偿，我想哦，不是你行行文去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远通怎么样得到他们最后满意的答案，我们看到华航你们的前董事长怎么样去做一个妥协，都是要抗议嘛，都是要抗争嘛。你不让他知道今天因为通车的时间表遥遥无期，造成我们这么大的亏损，应该要这个赔偿给我们，要详细定出来赔偿的计划、赔偿的金额、钱什么时候到位。我想啊，这两件事情是你很当务之急必要做的事情，唯有通车你才有长久的实质营运的保证。谢谢，请坐。接下来请张兆良议员啊，共五分钟。好，董事长、总经理，我想说哈，我们对捷运呢哈，我们都很深的期许了哈。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啊，赶快通车。但本席啊，长期也很关心的哈，就是说，我们看那个站区的开发有没有，包括本席也很关心 A21站那个附近的停车场哈，我觉得附近还是太少。以后那将来那个以后通车以后，那附近就是，我认为那应该是最热闹的地方啊。我希望说这部分呢，当然是不是？应该找交通局来规划，民间看怎么样来那边来广辟。我看你们给我们资料那边才不到100个停车位嘛，对不对？这部分是不是太早？包括像 A8， 像包括 A8、A9 进来以后哈，那个地方哈，我觉得那个地方的停车，包括 A 就进来桃园市以后 ，A8 到 A20 有些站区里面甚至只有20-30个停车位，有些站区万一说你年底或者明年你通车以后，那几乎都完全没有停车位。你没有停车位，大家要去要怎么搭捷运呢？连机车、汽车位都没有，这部分是不是？你们捷运公司总经理这边尽快来规划了，好不好？是，董事长请坐。是跟预作报告哈，刚您特别提到 A21那个部分哈，那市场上在视察也有特别提出来，就是说未来可能也会朝这个转运站跟多目标使用的发展。那这样子对整个周边的区域包括停车的空间也有大幅增加。那另外我们现在目前跟交通局也多次就是在商讨，就是各车站的周遭是不是有比较闲置的空间，因为有些农地啊或者其他商业土地住宅区啊，没有请交通局来规划，就是民间来参与投资嘛，很多是嘛。像现在的青埔站事实上很多都民间的停车场，本席是关心的说 A8 到 A21 事实上很多站区都没有停车场，尤其像 A21 几乎都停车位都非常少，这是本席关心的重点。是，第二部分我会特别注意。本席关心就是说那个至于那个接驳车了哈，我们龙潭跟平镇大概有30几万人口，这个是我们桃园市里面少数没有经过没有捷运的地方，那他们都对这个 A21 站很多的期望啊。是。可是就是说以后那个接驳车的部分了哈，那本席的选区在那个选区在龙潭平镇，他们希望说你是这部分你应该早跟桃园客运公司招标，甚至可以跟他预定的签约，因为将来他要接驳这个路线的话，可能要车辆嘛。我想这部分可以预先来做，总理这部分我想我提了蛮多次的，这边是不是有进展了呢？是跟预作报告这个部分，我们也多次跟交通局表达。那目前交通局在规划 A21 那个部分，它大概有14条公车路线会经过。那特别刚刚您所提到的几个重点的路线的部分，我们也特别请交通局要审慎评估，增加这样的一个班次。中丰路沿线的10几公里，有将近30万人口这样一直过来，没有哈，到 A21 站，我想这个部分的接驳部分的哈。我是关心这一条路线，希望说是不是能够认真来努力一下这部分了、啊，好不好？是会的，这个我们会来加强来推动。你们当然营运当然需要说你赶快通车，但是我觉得说这接驳部分要来努力。另外第三个，我们常常看到国外就是那个行李的托运有没有？就像 A21，包括是你8A8A9可以做有没有？就是我们常常出国，因为他出国他搭捷运不可能大小像行李有点，他可以前一天甚至前两天那种托运，像这种业务你们跟机场捷运公司这边进行的怎么样？有那个空地可以做吗？甚至有没有这个人力可以规划呢？跟预作报告，目前这个预办登机的规划哈，是在这个我们的报到前3个小时，然后我们接受行李。好，那至于刚刚您所提出来的想法很好，就是未来是不是会跟这个物流业者合作？这部分我们再来跟这个机场公司做一些讨论。就是、假如迟了1个小时、3个小时，实在是太浅了。提前3个小时了，一定要提前3个小时。有些人他比如说明天早上要出啊，今天就可以把行李丢过去了，或怎么样？我觉得说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说应该
三个小时还太短的时间了。有些旅客有没有啊，他可能晚上飞机，他可能中午就离开饭店，他可能有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他想四处再逛一逛，对不对？那就行李就只有三个小时，他托运三个小时，那三个小时行程是太短，我其实给你这个建议了，好不好？这部分我觉得说，跟机长公司在研究。好，这部分我觉得说应该可以拉长时间，希望 L11 包括 A8 包括 A8A9 林口的部分这两个站了哈，本修就建议这两个站应该你在我们桃园市来讲，甚至包括台北市，他们都应该可以来做了。我想这部分你们可以跟请那个我们整个捷运公司这部分来努力了，好不好？好，大家一起努力。好，谢谢你了哈。航空人公司，我想说哈，大家对你们的期望，因为你们的人也非常少了哈。那本席呢，这也非常关心你们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说，今天利用这工作报告给你们一些期许，就针对你们的公共利益的部分，希望有些做一些亮点哈。是，包括你们以后的土地的取得，针对公共利益的部分，还有一些产业优先的部分哈。本席曾经提了两个重点，像公共利益的部分，将来以后假如土地有取得哈，一些社会住宅的一些取得，我就是说你要讲个亮点，不然说大家觉得航空城你纵使做好了以后，民众有什么期待？那本席给你说两个重点，就是说以后针对公众利益的部分，我们社会住宅要怎么样让它以后将来有个亮点，包括我们的产业优先。那产业优先我们民众希望说，我们希望有医院，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生技类的，对我们人民健康有帮助这部分，能够再往这方面来招商，以后你就可以比较说，哎，我航空的公司以后将来成立了以后，针对这两方面的愿景，针对公共利益的实践，针对产业的实践，我们是有计划的，而且准备好要做了。我想你们只有十几个人了，将来当然说本席希望说你们十几个人啊，在工作岗位上还是要再努力来加强，让老百姓真的看到说你们航空城工作真的是有在做事情，而是有愿景、有计划在做，好不好？林立远，好，谢谢，谢谢议员，好，谢谢，陈总经理好。我们有关大家都关心的36类4522件。异常工单了，我们到七月底已经改善到25类234件了，还没有结案哈。是。那现在又两个多月了哈。那到底现在还剩下多少？跟预作报告哈，目前这个25类的部分哈，我目前大概又收敛，大概到差不多将近20类。那因为有一些工单的部分哈，我跟预作报告最主要哦，这25类所归纳下来的，主要是在机电耗资的部分。那机电耗资的部分。有一些东西我跟预作报告为什么会有4000多张的工单，因为我每发生，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这个基地台一次过去可能20张工单就出来。简单你讲，你现在剩下几类几件？我现在大概剩大概将近20类，那200多件的部分大概有比较少一些，但是有一些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跟它确立下来。那应该今年通车没问题吧？我想那个是一个目标啦，我们现在全力在冲刺，所以我们所有维修的弟兄都派下去帮忙。我们希望你保证年底能通车的，我们还是尽量快了，好不好？我想就交通部的立场跟台湾市政府讲，大家都是全力在冲刺。我们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些站是没有路了，路很小，有的站也没有人，因为旁边都没重划。那是不是每站都停？跟预作报告一定每站都停，每站都停。对对对，我们普通车一定是每一站都停。那直达车的部分大概就是 A1、A3、A8、A12。每站都停。对，普通车一定是每站都要停。那桃园警察队哈，是捷运警察队何时归建？捷警队这个部分跟预作报告之前，我有跟那个警察局长李文明李局长报告，他是说大概等到我们要进入到所谓的模拟演练，跟我们在出勘之前，那他的人员就归建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营运初期啊，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有站无路，有站无人哦，这营运势必也会亏损，我想大家一点都很担心哦。那尤其像高雄捷运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每年都亏了1-20亿，是，所以捷的特定区域的开发也好，站体整体的开发，我想我们都要加速的来进行，好不好？是，我想这点谢谢预作的鼓励哦，我想我们会全力来努力了。好，那请坐哈。那谢谢预作。徐总经理哈。预作好。航空人公司啊，就刚才很多人讲，很多不确定性，到底航空城的开发是开发到何时启用哦？我想大家都懵懵喵喵哦。那尤其哦，我发觉我们航空城公司哦，成立哦，真的有一点重叠家务哦。像招商的工作，金花集也可以招商，公测会也是。那我们在做招商这个工作的话，就变成好像一个接待的参访团一样。我们不希望哦，这个你成为一个这个宴请馆的一个执行长。那我想你现在是，大家市长愿意用你哈，当然也是因为你是国际青年商会的一个总会长的资历，那我们也希望
你也多招募一些优秀的厂商跟企业，这个部分呢你也责无旁贷。那你有能不能讲一下你来你的愿景，你要怎么做，是不是能不能谢谢议座。那因为现在整个航空城的时程是在土地的前征收的前置作业阶段，所以我们目前是以行销为还有预招商为主要的业务。我听说你都本来有意愿的要进驻了，现在都毁约了因为我们确定没有确定性的，哪时候要开发都没有这方面你不好意思知道吗？土地的部分那大概内政部审议小组完成大概是108年，那在明年度那我们这里在最近跟同仁在每周的周报上都有一个目标计划来行销开拓整个航空城，我们刚才主动出击的来招商。我所知道的每次都跟人家一直演我大概106年、105年、107年、108年一直演，每一年都演就对了。那我希望说你这种不确定性没有人愿意来投资了，没有愿意厂商来进驻，因为你都不确定性所以我是希望说你当了总经理我希望你也一样能够加速，然后能有确定性，让这航空公司不要再一直亏钱了，好不好？好，谢谢总，我们努力。好，谢谢，请坐。好，那我们中场休息5分钟，休息。